下哈。之前我们就刚结束了介绍杜波乌台诗案的内容。那乌台诗案之后，杜波则受黄州。但是的黄州故事不得其出故事。黄州啊，就现在现在的湖北的地方，属于了宋代的淮南西部。基本的黄州的包谷就三个县，一个是黄冈，一个黄陂，一个马城。而它的中这个种植的地方的黄州，就在一个黄冈，所以我们谈的是这个点子的地方，叫黄州黄冈。这地方是相当偏僻的，距离中原经济很遥远，离扬州也有一段距离，地方也相对来说并不是很繁荣。多点子黄州当然最麻烦的是它如何重新恢复了他自己的情绪，然后去面对了这个事关最大的挫折后带来的心理的创伤。黄州四年多，是他可以说是调整心情很重要的过程。那之前先有一块诗啊，东坡已经意识到诗写作也许会有些就来到黄州以后，他没有停止写诗，而东坡一直想来诗还是他重要的书写的一种课题。其实啊，他当然有所避讳，一些比较轻视政治的这些比较有议论性的课题他尽量少写。当然这文的部分也一样，一些带有有争议性的一些文章他也不那么样的顺序书写。怀疑听的过程中少了这些文体运用的一种考虑，使得一些比较纯文学性的文体在这个阶段呢就得以充分的发挥。一个就是延续他前面的词作，那词里边能够贴近内在的一种幽微的心情的一个部分，也容易书写一种哀伤、幽怨、悲郁的一种情绪。这时候刚好他是一个辩论的比较古典的，用词来书写应该是很恰当的一个问题。再就是一些更新的文类出来的，比如说散文、赋、小品文、一些书信体、游记比较强势。那中国文人呢，我们在看的纪律都是这样的，所以以前有说诗权和后宫。文学啊，它跟时代的权是所有文学吧，不管你是诗的、文言词的，权和后宫，你的人生呢，要掉入一个深渊，面对人生的很多挫折的时候，一个文学相对的会有很好的表现。当然，东坡也是这样。我们讲到黄州，你会说，就词的一个角度来讲，应该也是他很成熟、很辉煌的一个时代。这我们就可以了解是我听中国词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时期。有些背景的阅历都说了，我还是有个词的，会把这些相关的一些材料把它融合起来，会比较具体一点。简单来讲，也可以说，自从元丰三年这一年到黄州，一直到元丰七年离去，有四年有两个月过着一个点子生活。那里面实际上有一个心理转折的一个历程，就标题说是有一个一骑永存的一种心情。也刚经过乌台诗案，坚强的东坡的确也曾经呢担忧害怕，但是不是他个人的一个荣誉的问题，而牵涉到他的家人朋友。其实东坡来说，他自己受罪也罢了，很牵连他的亲友，同时被罚被贬官，他觉得很难受。所以刚开始的东坡来到黄州的时候，前一两年，他在诗文里面呢，而且在文章的书信里面，他
常常的谈到一个词，所以落难为人，人生啊实在太多的苦难，你真的这些苦难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你牵涉到太多的一些你的亲友，然后到最后真的害怕，怕一个动作一个不好的地方也会害了你的一些至亲朋友，所以来到黄队都会有一种慢慢的一种自我封闭的一种心理的一个状况。当有些年轻朋友来拜访他，动不动啊，有时候劝他们不要再跟他有那么密切的关系，老朋友呢也很少出心去帮他，因为怕一个万一，又找到一些毛病的话，那这些新交旧友都会再来自迫害，动不动是于心不忍。那么之前的事情一样，非常害怕。能够有做你现在可以如何支出，所以东坡必须要在这个阶段里面去重新拾获一种信念，有了重温的信心，能够了解生命的意义，再继续往前进。就黄队这几年是对他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东坡也在那边痛自反省，当年呢、啊、当然是东坡一直是想说的，就是有些事情呢、啊、如啊苍蝇在城中不吐不快，但有时候年轻人嘛，对不对？意气风发，当时没想到一直对一点比啊，难免会锐利伤人，也是不自知。有事情呢，不会圆融处理，带来的是对自己的伤害。所以在来到黄州，黄州的地方啊，当然在生活上还好吧，就算他现在收入已经不多了。有些地方的物价也相对比较便宜，勉强还可以营生。但是通过以后，等到他家人呢全家都苦难的时候，那就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他必须要自力更生。他幸好啊，元丰四年的时候，他的好朋友马孟德、班德帮他筹的一个营地，他开始有个地方来耕种。当时他就想到了白居易啊，曾经在中州的时候写的几首诗，他的诗啊什么东坡等等的，他把这个名字拿来用，所以那时候把这个地方呢有命名为东坡，后来就赐号东坡居士。只要起码有一些地方是会让他可以啊去劳动工作，增加一些收入，家人糊口的一个机会。当然。这里面我们看到啊，他伺候东坡居士，像我们看到人的名号也是这样的。之前东坡以苏轼来自负，因为他爸爸和他命名字字一样，有高瞻远瞩，要往前冲，结果带来一个灾难。东坡居士不知道一个年牙号，走了以耕种为他的目的，而且向他讨留名。而这里面在出路之间，东坡必须重新思考如何为自己定位。这个名号的产生有它的意义的，就是我是谁，我何去何从？难道我还是昔日的苏轼吗？还是一个新的自己？在这种两个名号间，苏轼、东坡间，东坡必须里面取得新的一个平衡，就是我是怎么一个人？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历练。以前看到有时候不自知的，也许是社会的氛围、家庭的影响，使得一个东坡呢以儒家入世的心，然后秉持他爸爸给他的期待，用一个名号来打天下，然后争他的功名。但这个事情最终后来带来那么大的误化，他不得不怀疑的，你所坚持的是什么？当然，国家的一个价值观都会混淆的时候，是非不分。你不晓得如何是好，要是真的你会害怕。但东坡起码有一个推下来的机会，他四号东坡起码这个名字是我取的，我如何去重新借用他的名字，就是一个名号的本身有它的重要的存在意义。以后我们会看到这个名号后来如何从分把它分辨出来，老宰和有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时间历程。那在这样的过程中，时间也不很长的，你看看东坡的智慧。当然，一方面也怀着一个儒家用事的想法。当你面临挫败之后，以前人说"无患多务身"，吃苦是这回事。
那先不怀疑他吧，先把他搁置下来，动不动冲入在国家或者道家的地方。那在黄州呢，也是寺庙，他有定慧院啊、安国寺啊，就是他能够安心的地方。当他心情不好啊，他就跑到这个寺庙去打坐静思。也许中国并不是去寻找一个出家的一个念头，而是以他达到的静而达的一种心灵的一个调整。在这里面有他的好处，但儒家的一个意识挫败之后，人就开始回到你的内在，借这些啊出世的思想来重新的去做一个平衡。所以这里面在思想上当然也是新的一个时期，很多都是可以的透过别人的思维也来做一番的一个对话，然后达到一个新的平衡。这是我们看到这些都反映在其里面，我们看到这些影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从3人到7人之间，它就是这样的心理历程来讲，一种余悸犹存到一个随缘知识的过程。但我们说随缘知识，不是说从此就可以了悟生命，导致扩大自然的领境，这是一个端。这个端如何去扩而充之，需要后天的不断的努力，每一天都是这样。但我们看到起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演变的一个轨迹，就在他的文学里面充分反映出来。那看到我们讲他的词也不够完整的，起码他的诗或者他的文都相应的有地方文学，所以我们在谈论了这个时期的词的时候，不妨也可以偶尔借助一些诗文来做对照，所以我们在阅读上面会扩充到我们的一个视野，做更进一步的理解。那我当然我们其实笼统一点呢，在这里面。我们可以说啊，从形而上的形而上，都是要面对的，就是现实生活的考虑。多多是一个很相对是务实的人，他爱他的家人，所以来到这个地方，他不得不找寻个稳定的地方。我们讲的人的存在了，当然也要认可一些地方是很重要的。如果人呢都不认识你的家或者没有归宿的时候，人都是彷徨无依的，不得身在。也许除了一个现实的一个地点，就是还有心理的价值的一个论述，你必须要找出一个根源，你还相信它，那是什么？这是相辅相成的，形而上跟形而上的世界。所以这里面有它有多重考虑。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来到黄冈的地方，当然你生不是很多钱的，你要需要很多人的帮忙，你必须要重新建构你的家庭。中国是向了每到任何地方去认官或者去选择，如果家人跟在身边呢，他第一个是就是先安顿好自己的家庭，他是责无旁贷。如果连这个地方都稳定不了的，你不要谈你的心里面的安顿问题。所以在这里面，他是得到一些帮助了，他也很努力去建构这样一个住家。他开始定居在那个深色里面的定居园。而且二月有封山里的二月，等到五月底的时候，他的弟弟啊就千辛万苦把他的嫂嫂、他的侄儿、苏东坡一家人都把他带到黄州来了。一家十几口，你大谢的身世，人家根本没办法容纳。幸好得到了对岸的鄂州，黄州的对面就是武昌，因为我们讲过他有朋友的鄂州的太守。这得到的帮助呢，他就在呀附近的找一个地方，就是临高。他以后呢，东坡一家人就住在临高亭。这是东坡后来从这个是很短暂的地方，但不久的东坡就搬到3个月之后搬到临高亭，这是在黄州的一个住家。东坡他很珍惜，劫后余生一家相聚，但弟弟也不能久留了，东坡把他家人送过来之后，必须要回到很快回到他的贬所。弟弟当然也是受罪，对，到云州去。东坡必须要重新呢，跟家人在这边营生过活。我们要记得这些地点，对东坡来说是当别具意义的，对不对？这些地方是你不能不接受它，必须很坦然的去接受一个这样的一种安排吧。那我们在东坡的诗文里面看到这个地方的一种东坡的不断的描写论述。里面有他做了客观的描写，更多是心理的跟这地方相关的关系。
那后来他就在多一年以后，东坡有耕种的地方就多很多。在东坡的附近呢，他就有叫了几个地的空地，就营建了四个房舍，大概五个左右。那个房舍是冬天完成的，大雪之中，而冬天把四面的墙壁呢涂上雪迹，这地方叫雪堂。这里面东坡是他有营生工作之处，是有耕种的，他比较体力啊要用在一个地方。那偶尔工作之余，他有要休息或者要静心，通常有商谈读书，这个地方他就跑到雪堂去。我觉得除了有雪景啊，因为在大雪中完成，当然也许有所谓的庄子所谓的凿雪净身的意思，就凿雪的洗澡，在雪中洗澡，就像你的心灵啊澄澈如水一般。那你可以讲这样讲呢，笼统来讲呢，这个是东坡静心的地方，这个是他的人间事。东坡在一般来讲，不管多晚在雪堂工作、念书、跟啊或者在那边闷酒，他一定都要回家，回了就是属于临高亭。所以我们看到东坡很多的月夜文学，关于啊前后去避夫啊等等的，或者他谈的很多文章，或者他词里面都写他在月夜之时啊，从啊耕地雪堂回家的所思所感。这是他，我觉得这里面有他的象征意思的。你不管你躲在这里面是可以吗？不可以的，你可以偶尔在这边的暂时休息，但是你不能遗漏你的家人，忘了你的人间责任，所以他必须要回到一个临高亭去。这有他的象征意思的。你不可能超离隐士，然后把地隐藏在心中，不过还有接受现实。但有的时候你发现，刚刚有一回啊，写临江的时候你感觉到，有一回也就回不了家。为什么？敲门都不应，你这样听江声，门关住了，回不去。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有它的象征意思的。当我们慢慢的都无法去承受现实很多的一个害怕、惧怕之后，我们不知道身在何处，本来熟悉的地方都是陌生家。我每天都回家，钥匙开门，我不晓得有时候可能想想看，这个家有时候很不茫然的，以前很熟悉，突然就陌生，以前父母都在很热闹的，突然之间大家都有个隔阂。门虽开，都彼此不相闻闻。曾几何时，很少的时候，我们都会跑来跑去，上到家父母的床上去睡觉，父母都在房间聊天。我们成长以后，我们的门不自觉就关起来，不只是真的锁起来，父母也难得越到房间去。人生有很多这样一种很无奈的，同样的屋檐下，还是有个跨度两越的一个心理空间。那这个词里面的东坡也就看这件事情，他如何去重新面对这个事情，获得身心的调和。我们看到这个历程啊，是非常的艰困的。他词都记录了这些心理的一些问题。那我们通通来看呢，我们通过刚好的，当然第一个现实里面的一些问题，现实的挫折感是很大的。毕竟呢，经历过那样的差点被杀头的这样的一个事实。任何人都承受不了，你不知道会不会下一回。现在是死罪难免的，那如果政治更险恶，连当今的皇上都保护住的时候，那就很麻烦，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是不是一回的，可能是不断的扩大。这个是非战争已经完全已经动摇了，人不晓得如何自处。东坡的处境，我们一方面呢，后来的人呢很欣赏东坡，觉得他是个豁达自在、幽默风趣的人。但没想到，如果你读了东坡的文学，东坡的一些传记的时候，了解到不是那么回事。那么聪明的人，备受宠爱的一个读书人，而且有那么大的抱负的人，没想到这是那样的一个寸长之地，而不是一个人、一个时代、一个价值观的一个动摇。你如何是好？所以东坡的精神有很多的牵挂，人如果走过这一关，不再怨恨之中。所以东坡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学习的，你不要在这边怨叹，已经过去了。你老是掉入一个过去的那种伤感、悲痛之中，那是于事无补的。唯有
重新稳定下来，继续相信某些事实，然后继续往前进。那这里面当然亲人给他的一种安慰、慰藉、温暖，朋友的不断的也来慰问，也像这些新朋友温暖的心，让他重新再来。转到东方提到了多情因上的角色的爆发，也感到人生真的是热多情，为多情的关心国家的事义不容辞，结果是带来这个祸患。但是如果无情，那这会更好吗？当然也不做不来。所以多情既是负担，但也许也有另外一种可以给你心理慰藉，重新点燃生命的这个烛光，让你能够啊从里面勇敢走出来的一种力量。人能坚持的东西，比如不是为了私利的话，无非的就是一种多情。你真的爱一个东西，还不愿意把它舍弃。那这里面的现状也当然是非常的深刻。我们从字面看，很清楚看得东坡也不是满意的，可是呢，不是在怨叹，我们也得劝你怨叹，我要勇敢面对，这是一个事实。当然，这里面你难免有很多人生的无奈，生命的无常之感。什么东西是可以一死的？什么是永恒的真理？对，这个共同文学也是不同的思考，而是否定的，但否定不是我们两点希望的如何是好。但这里面有，我觉得归根结这个前提是很重要的，你起码呢回到土里去，越认真的用你的体力来生产这个东西，那是不是虚构出来的？贴勇敢的接受你的生活，那去承担它。你就知道当个农夫真的不容易。不能去哦，今年有多少收成？随时都有风少雨多的时候，收获不是必然的，你只能呢咬紧牙关度过它，去接受这种命运。这里面，如果你能够问心无愧的，自然得到心里的自在，它就从里面慢慢调整过来。都并不是我们看到很多人被贬责，受到很多的挫败，都唉声叹气。当然也是人生的无奈，也必然有累积的。等东坡你看到不只是这样，但有衍生的一些疑惑是必然的。人生因为有疑惑，你才有愿意去重新思考的一个空间，对不对？焦虑不是让你人生回退它，而是做一个借口的，而是在焦虑中你更要去寻找一种定力，重新寻找一个方向去追寻。那这样不断努力的呢，也慢慢就可以能够问心无愧，那种超然物外的一种表现。那我们看通过这个黄州的词，实际上可以看到整个历程，非常的艰辛。尤其词用文体，我们讲的，它是一种抒情的文体，情感是让你可以深化体会，由它因此而哀伤悲痛去宣泄。但是呀，单凭情感是不够的。需要另外一份理性的思辨，所以这里面呢，东坡就说了：“哎，起码过去的词是词，事实是，现在不是的。诗跟词可以有互相渗透、支援的，所以他的词人有这种诗的意义。同时呢，他的诗文也没有停止起来创作，就不断的发挥作用。我们有个论点看到东坡的智慧，同学都看到，当一个词掉入更大的一种悲痛的时候，面对啊人间冷漠一阵反对，这样无法化解的时候呢，东坡就。”知道了，不能在词情的一个角度里面去思考人生，然后有一个前置笔锋，再来后置笔锋，经过几个月的不断的思辨，到了慢慢的破难开难，我们看到整个历程的一个转变。而这些都是一些背景，我们从诗里面能够知道它中间的发展过程。那在这里面呢，元丰三年的七年，是在黄州时期，我们看到东坡什么45岁到49岁之间，就在黄州这个地方。在这中间，当然我刚才说的是一个历程，所以刚到黄州的时候，他的余悸犹存，我们充分的自己看到的。但东坡不是整天都如此，偶尔也可以让自己啊，在自然山水之中寻得一种慰藉，拥有来往的一种喜悦，这些都是足以啊点点滴滴温暖你的心，产生一种动力的。那当时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元丰75年的这一年是东坡整个这一段时期里面，你可以说整个人生里面很关键性的一年，
我会花很多的力气在讲这一年的那个这个历程的变化。首先是啊，刘峰这年是47岁的时候，啊，他已经准备好了，以啊东坡居士啊自豪，跟朋友认识一个新的身份，他也出仕陶渊明，读了陶渊明的，好像自己跟他一样，做了这样的一种抉择，然后归根田园之中，啊，做好准备之后，没想到一场大雨，下了将近2个月，整个东坡的耕地都耗费了，真的是很无奈。为什么天如此作孽？您做好准备的，你不是洗心革面的，重新出发的，为什么老天就是很不仁慈，带来这样的一种祸患？东坡这里写了两首重要的诗，《寒食诗》，以后我会带大家去看。在书法上，所以我们先留下来的他书法的一个行书的代表，《寒食帖》。《寒食诗》可以说是东坡最悲痛绝望的两首诗。其实最后结尾时是说到了“也离枯土穷，死会吹不起”，令人是绝望。我们的成语说“死会枯干”，东坡说“死会吹不起”，化为死灰，已经没能力站了起来。这人就是真的到这样的一个绝境，可老天就是要考验东坡，如同啊当年的乌台诗把他置之死地的后生一样。哎，就在这样写完诗不久之后，过两天放晴的雨停的，东坡才松一口气。基本上他不止自己的问题，在诗中也写到了，也住在临高亭，那临高亭啊，距离长江也不远，有80步要回，水啊会不断的爆炸。他当然也怕土石流了，万一全家岌岌可危，不知道如何是好。他的粮食也不够了，对不对？也没耕种的地方，你就要只能仰赖你的邻居来帮助你。真的作为一个家中的长，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他不知道如何是好。好，在这里面，经过寒食诗作放晴的，哎，突然有朋友来访了，都会跟着他们去。名为下田的，就外面看看田。当然，他也知道啊，东坡的地真的不足够，因为真的有本钱买的田啊，便宜的田也好。但东坡何来那个资金呢？当然只是看看也无妨了。也同样也有心的，带他离开的烦闷的那个家居生活，到外面去散散心。哎，就在过程中，通过东坡的神智，很有德词，叫定风波。我觉得东坡是有意去写。给自己一种啊定力，又定风波，又如果使得风定波止，走出人生的风波里，但是不能从外在自己的口内在，自己能够超脱这种是非得失。当然说是容易啊，就东坡写到也不风雨也不晴，但一片潇洒，但这是骤然得到的一种体会，还有落实生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那这个是个起端，您知道，哎，有东西可以萌芽起来的。那个端不得珍惜它、保养它、扩充它，就成为一个能够成就生命意境的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那这个事情没完没了的，一直下去到夏天，都会有面对人生的困惑。当时呢，有跟很多朋友有出京往返，一个关心政治的心也没有死灭掉啊，也担心了，国家在这样的治理之下，小人当政，国家岌岌可危，而周遭的邻近的那些外敌也蠢蠢欲动，他真的是有心无力，不断的哀叹。那时候就开始问了，人生的意义何在？那在夏秋天的时候，东坡对时间的课题都非常的关注，写了一首《洞仙歌》，回忆童年往事。我们很少看到文人的作家回忆童年的时候，但东坡不是掉入童年那个过去，好像是不愿意面对现实，不是在里面重新去思考生命的原因。那这个问题被解决了，洞天歌之后不久啊，到了秋天，东坡就写了《念奴娇》。念奴娇有写出来，抒发出了人放在历史里面去重新衡量生命的意义的一个企图，但是也寻找不到一个出处，反而带来更大的悲伤。我们讲过了，把时空的拉大、拓伸，人的孤独渺小感觉越强烈，更不知道如何是好。所以《念奴娇》东坡是把问题探出来的。但那词的篇幅、词的抒情性，无法寻找到真正的一个安慰。如果在写文学的表达上面，东坡也意识到这首词并不成功，没办法让他取得真正的安慰，
所以呢，不过几天呢，都是前置不复，有命的问题在你纾解，但是你们也解决了了，然后什么不变的应付变的那个意识都出来了，不能思考，毕竟还是书生论事的，如庄子的一个理念一样，没办法去回到回应的现实人生。等了三个月之后，再有事变，而且后事变。就这个课题是一而再再而三，通过很认真的透过智力文学的书写来试图疏解这个人生的难题。哎，写完后期图之后呢，东东也许啊，经过生命的历练，现实生活也比较稳当一点了，朋友往往也多了，消息也比较灵通一点呢，他的关心的地方也能够有些改善之后，慢慢的从原封六年以后呢，东东的心境就明白一点。我们看了能说说要。白居易也有诗叫闲诗，诗叫闲诗，但那大部分人呢是闲而不诗。要读闲诗是很不容易的，当然近年来像被别人的观点当然是很闲，不是可做，闲得无聊，无所谓无可做，但你心里面是不舒服，你明明知道是躲避一些问题，不是由衷的去迎战它。所以啊，让自己空一些未必是好事，反而带来更多的一些麻烦，心里更不稳当。会跟心里面，你难以面对自己的孤独，反而掉入更大的悲悯之中。但如果达到闲事呢，更不容易。哎，可是这在东坡，经过这一年以后呢，我们发现在元丰六年和现在六年后，就是新的元素了。他的文学谈闲的就特别多，而文体呢，逐渐也解放。为什么呢？事实上，我们词在诗篇人生有它的一些盲点。我们讲到词是一种很美的文字，配合音乐，所以它是很物质性的一个文字。另外，你就注意精神的，它还是跟物质很多时候拉扯。那么偶尔也把词写到田园生活去的农业生活了，它毕竟还是很漂亮的文字。所以用词来追慕陶渊明，来写陶渊明怎么写这个精神，实际上是有个概念。陶渊明是用最朴素的诗歌来写的，你用词来写的话，显然你还是没办法把两者的灵通的处理。所以东坡不需要从里面去超脱这些。那你要填词还是很人工化的，比如音乐啊、品质格律啊，非常的严整。反正这个之后，东坡词也不是不好的，慢慢就啊，语文呢，这个语句比较散文化一点，而且这个新的文体也出来，东坡的小品。逐渐慢慢的越写越好，越写越多。所以这一年之后呢，很好的前两年就读过的他的《承天寺夜游》，就是元丰六年的作品，他那个闲的问题。我们中国文人里面呢，闲事的很多，但真的闲事，还是闲而不失呢？有些是你的分不清。但不管是你们讲这个新的问题，文学怎么读呢？从个读个词到诗，然后到文的过程呢，一个解放的一个自我。那个过程我们看到中国词如何从很严谨的文类变成什么很松散的文字，注入更多的散文的色彩，因为呢你没有那么人工化了，你超脱了一个物质性的一个外在的一个框架，都跟精神面里面的发挥，所以它意境的越来越高妙。但最后一步的时候连词都把它抛弃掉，所以中国人生明显就是这样。等到海南岛的时候呢，他的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词，而是第二是被贬官。如果那个时候他还用词来思辨人生的话，他还是跟前面那些两样。那是多么有一个文体的一个属性的问题。好，这个背景我们在先我们先跟笼统的介绍好多时期的这个文学里面所呈现出来的面貌。我们现在呢，还是要回到他的词里面看待他。像下面呢，我们呢会顺着他的一个脉络，我们真的只有3、4年多了，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啊，笼统把它归纳起来是黄宗的前期、中期跟后期。因为的确，这里面东坡是，尤其是因为这个是以前认为的词是散发去书写的，也重要的外面外现实当然知道啊，6年、9年，但是他认为呢，生活的变化并不大，所以词的意境的一个演变的一个。变化没有那么急促，可这里不是，因为东坡很深切里面就生命的现实上的和精神上的问题，所以他的蜕变呢都非常明显的展现出来。
所以纵然时间很短，确实呢，我们看到的变化是非常的明显。所以呢，在这样分类也无法。那下面呢，我们先看一首东坡的《算子》，啊，对，146首。这首诗在编年上有些问题，虽然有些犹疑，有些呢编得比较厚一点浅，但是我从内容里面判断，这首诗应该是在刚到黄州不久的作品。尤其啊，在有些版本啊，就是南宋的《护干主播词》里面呢，这个词有个词体，就说它写在黄州定慧院寓居作。我们考证的东坡在黄州时期寓居在定慧院，就只有刚到黄州的时期，就元丰三年二月到五月时期。这个如果这个啊标题没有错的话，那就没有别的解释的，就应该都是在早期刚到黄州的时期。那东坡的心情现在很明显的，早期跟中晚期真的是很不一样。早期的一种心有余悸的忐忑不安，充满忧惧、害怕的心情，充分的露出。这个词最能够把这个精神呢做一个刻画。所以我们可以先看这首《卜算子》。那这样写，他说：“雀跃挂疏头，漏断人处境。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倾。渐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雨。”东坡初到黄州，我们刚才说了，心情呢当然是非常沉痛，刚经历过这种的生死交关的时候。那也在士大夫的那种用士的熟识记名的理想已经落空了，而且现在面对很煎熬的贬谪生活，身心煎熬是十分严厉的一个考验。那时候当然刚开始这个时候的东坡只是他的长子给他来，家人还没到，等了三个月之后才到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更是家人不在身边呢，有种孤独啊、无依的感觉。就这首词啊，都写出这种在挫折之后那种惊慌、不安、忧愤以及强烈的无悔的情绪。这种内容在张东坡之前自己也看过，真的是很悲愤、忧虑的交织在心的一种感情。所以这首词在不少文天读了，中国共产党写的词都是一种来源自一种温柔啊、协和、美丽的一些意象，这首完全没有。你的开篇倒是怎么样？你讲的就来就和那个呢？我们说，仅由心造，文学呈现出来什么的一些意象，跟你的内心是有关联的。我们的推论他人的心情情况，也可以从他塑造出来的那个景色来逆推他的心境的一个情形。这首词呢，你看完了，在色调上是灰暗的、冷清的，没有什么光泽，有吗？完全是一种很幽闭、孤绝的一种意象。你来开篇高潮怎么样？东坡写了好多月亮啊，对不对？但是都是有些有云彩陪衬啊，或者在周遭的一些风啊、清风明月来相应的，跟这种完全不是的。一展现出来的，一开篇我说雀跃，哇，舒服。越是残缺，挂在呢稀疏的梧桐树上。我看这个以为是恐怖片，却是挂书。这个很不精打的，充满很惭败的哀伤的情节情调。啊，我们说这里很难造假的，不只是这样一个意识，它是。年间的话，站在定慧院睡不着的，看到了这样的情景，却越挂疏。一切都不那么完美，月不圆，树也没有长得很好，稀疏的梧桐树上。啊，这样的一弯残缺的月亮挂在叶子稀疏的梧桐上，还加上什么？漏断人初静。那漏，我们说灯漏，以前是那个计时器。本来有漏水，有一个漏壶，然后注水，然后把那个计时的铁尺在其中间，那个水在头上慢慢慢慢滴下来，水会下降，所以漏断当然是漏尽，
所以漏水的慢慢都滴光了，对不对？代表时间已经是傍晚了，一夜将尽，漏一段，漏断的是跟漏将断，就是漏尽的，是漏水滴尽的，表示夜已很深。好，这漏断了，而这时候是人出尽，一起走，回到很宁静的一个状况。之前不晓得的，可能那些僧人在练夜经啊，晚上在练夜。晚上的夜经啊，或者在跟朋友在聊天，那到那个时候呢，人都睡着，没有人干扰，你也睡不着，你只有单独面对自己。但是东坡写月夜文学，往往都是这样，但还没写过这样的一种情况，漏断人处境。而在这个时候啊，汪乃巨这个情形下呢，他看到一个东西，他说：“谁见幽人独往来？”这个人孤孤单单的面对这样的这个晚上。他就问了，哦，有没有可以印证到底怎么看到的是什么一个幽，我们幽就是一个幽独的人，一是离群所居的人，一个孤独的人，一个幽独的人。当你的手里真的不知道你自己睡不着了，你觉得别人都睡着，为什么在寺庙的往上看仿佛一个人体都晃动呢？刚才说了好像恐怖片的电影，谁见幽人独往来，你有没有看到？但也无法去印证，别人都睡觉，你不能打扰别人。但只要我看到，我就害怕，这个是真的假的？自己自问自答，你们看到一个很孤独的、离群所居的人，在这边徘徊不已的，有没有看到？啊，当他定神去看的时候，发现呢，这个是幽人吗？其实不是，一抬头一看的话，缥缈孤鸿一，原缥缈是遥远，原来是遥远孤鸿的头。哎，原来刚才在说的幽人不是人了，是天上的鸿雁的影子投影在地上，他以为是人，结果呢，一抬头才亮了，啊，原来是鸿飞过的一个景象。这时候幽人呼鸿，跟自己老实说，在词里面都慢慢分不清，这些意象都有的。我们说读这些词的什么意象，都是有它的关联性，不能完全的太散发。东坡喜欢呢去写出很多东西来，但现在就读了彼此有个关联。为什么感觉幽人就是缥缈孤鸿？那孤鸿跟幽人当然关联。为什么孤鸿呢？是个离群的孤雁，幽人也是离群所居嘛。现在你看他的人是东坡，他也是离群所居来到这里的人。这些人即使外景，也是你的心象，是你的心痛。所以这个词比较特殊的是呢。我们说了，东坡的词不管怎么样啊，以前写在哪个地方，在平山堂，都会针对地方来写出一些情。但这首词呢，根本是借题发挥，他没有针对黄州定慧院呢去多说什么，反正就是从眼前的景来进行解读嘛。所以这词不时啊，对在当地的黄州啊定慧院的那个地方有什么关联，它是个象征的说法。我就仔细地做个定点，在思考的一个更深刻的。就是这首词，大家跟我们一般的词不同，我们说都是要根据你现有的情境里面所能明白的书写，了解人能够身临其境体会。但这里面都把它写成象征的处境，带有诗的一个氛围。所以这个词有些人感觉到呢，一个情韵的不深，不巧真是要是抒怀写诗的一些词，有它的道理，但还是没有很优雅的文笔，委婉的写出一种很深挚的情。东坡就是翻翻议论去写这个，但是呢，这是写物又是写人，做了很好的一个处理。好，但缥缈孤鸿影呢，前面就是了，哎，看到孤鸿。那下面我们说词啊，往往都是因景而到景，然后因景到情，最后应该写出他自己的感受。东坡没有，把那个笔呢放开去，哎，看到孤鸿的时候，他又有所思，就想象孤鸿的际遇。实际上，他不自觉的自己投身在孤鸿。多么的凄凉，感同身受。所以，即使写故宫气象和尚，也不是这之类，但是他不如一般人正常的、很明白和值得归结的进情的地方去，他就直接的引申去孤鸿的这种命运。好，他说进起切却回头啊，有恨无人情。当然是东坡所想象又孤鸿多么凄凉。在上面呢，就从里面的直接的发挥的，不是一般的一个。统一的叙述观点，他有改变的叙述观点，站在孤鸿的角度里面书写他的情，他的处境。
你看，你想象的那个孤鸿啊，现在你看，他一个人没有伙伴的一个扶持，来帮他助理周转，一个落单的多可怕！所以孤鸿受到惊扰的时候，不断的飞起来，飞起来不时会回头探看，对吧？他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危险，随时伺候他的周遭，后面的猎人正在暗中觉得想捕获他，惊奇却回头。他飞起来，就不断回头看。我们就会看到东坡现在回他的故事，他写过后回他故事，他自己的自身的一个体会，能够铁柱木化，他就因为自己有真正的体会。好了，心中什么？有恨无人行，这都得安抚。白过后说话，他心中应该有很深的一个憾恨，但是却没有人能够明白理解的，无人能够醒察明白你的他的心。这点是，我们读起来其实写孤鸿，当然知道东坡当然有他切身的体会，惊奇却回头，有恨无人知，有点说很多冤屈，百口莫辩，怎么说都说不清的时候，不会这样惊奇吗？有恨无人，我经历了憾恨，能够说你也不相信，对不对？感觉就不要再说了，说了就根本就带来更大的麻烦，但那个恨是没人能够了解。你看，都会有一个幽人孤鸿自己的三位一体的体会，有问无人性。好，当然虽然是这样的，这当然既写出了流露出啊失去伴侣之后对那种网罗的一种忧惧，还有失群的哀伤。那这个孤鸿难道就这样吗？他不是的，虽然写这样的充满了危机，充满了害怕，仅仅是呢，他还是有他的作为的。他最后什么呢？剪尽寒枝，不肯弃。你看，还有自己的决心。我不跟你赌气，我不要自己呢，要了解到自己的一种命运的时候，我还有这种决心，我不肯呢栖居在那个呢很寒冷的枝头上。我已经知道了，一直高处不胜寒，怕那么高干嘛？会带来更多的祸患。再来就是呢，你太醒目的话，会引来猎人的一个注意，你就危机的重重，所以我就选择到不肯的栖居其上，宁愿什么寂寞沙洲冷，然后宁愿停息在一片清冷的沙洲上。而且你看到不肯接连的用语非常的坚定决绝，我怎么做这个决定？这不是任由命运的违规，这个接受命运，这是我尽管的做法，决定这样好了，我就勇敢做下去。我也讲这件事情，我也在大家说，看到多大的黄州的时候，好啊，充满了经济犹存的心情，可是也不能害怕，就是什么作为都没有的，起码是坚定的信念。那这种信念，表面看不出来，但背后的力度是很够的。那当然，这里你看得出，这种用本身是非常的决绝坚定，不肯弃，就是不要，我做我自己。我宁愿继续在寂寞沙洲的地方，起码我还可以啊，保住性命，保住家门。你不要再跟人家去抢什么样的风头，登到更高的地方去。那东坡呢，就有某种自信，或者不易被摧折的那种傲骨，在这里就表露。这时候东坡是戴罪之身啊，出到黄州。寓居在深色，生活很不稳定，心中犹有余悸。你想想看，不正是这个含恨积悲、含之不弃的孤鸿的心境跟处境吗？这些起来，这些前面我们没读过这个作品，这是比较象征的处理方式，把人跟孤呢合为一体的。这个词啊，以孤鸿来比喻自己啊，既表现出一种孤高自赏的态度，忧愤。深情的情绪，同时当然呈现一种不愿与世俗同流的那种情操。难怪这首诗写出来之后啊，黄庭坚赞美他，他说他这首词啊，非吃烟火食人鱼啊，而是有他高妙的地方。所以这词本身又比《水调歌头》《烈牛交》的话，它的文词不算很优美，但是在明清以及清代一代，是他不最喜欢的其中一首词，就是这首词。就好像直墨无文，甚至没有什么文采。可是呢，为什么清代人特别喜欢？大家在这里悠长未尽的情形下，更能体会出
这一种啊即墨杀出的决定的重要性。那成为了历史大夫啊，一个自我替地的精神。所以这种词啊，不是所以脍炙人口啊，在后来大受大的喜爱。真正的原因呢，应该是其中表现一种呢坚韧支持的一种啊自持的节操，塑造了读书人那种可敬可佩的一种典范。所以他就超越了文体中的一种直率无韵的缺失，得到文人的青睐。那这个是很重要，通过这个文体的力量，起码人生还是有所作为，有所坚定，就是不要让自己的处于一种危险的地方。那我们讲过了，东坡的心理上已经慢慢有自己的一个一个洁癖感。你在西方有个谚语说，如果你要远离啊，你若你要不要跟啊苍蝇同流，最后要远离垃圾。我觉得还有意思，自己要通过我们看词里面的有一种的心理的洁癖感。前面不是谁吗？在写从考试前的最后读到的词，东坡说在南歌只说自爱不变三年离心，我就是喜欢比较一点干干净净的。这里面呢重要是起墨杀出，起码还让自己保持了一种士大夫的骨气，一种洁净的一种节操。我觉得很重要，这个朱棣他能够度过黄豆岁月，这一点坚定是很重要的。如果他万一动摇了，哎呀，既然政治是那么险恶，家人这么多灾难，波及了他的朋友，他要不要妥协？万一他认罪了，或者也赞同了新党的做法，他愿意委曲求全，那毁掉不止他个人，直接基本整个国家的性命，他做不来，宁愿不要这个来选择自己寂寞杀出的人生。我觉得这点还先确定了一点，后面谈到他的能够操作，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定律。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再看看另外一首相关的作品。那下面要大家看一首108首《西江月》。东坡文学啊，最喜欢写两个季，一个就是雨后放晴。那前面我们也看过唐中时期啊，对不对？江城子。凤凰三煞雨初晴，诗人不少。那另外一个景呢，东坡爱写的就是月夜，有些秋月。当然有原因的，为什么雨后放晴？有些傍晚就下个雨放晴。所以如果你平常做官有公干的时候，刚好就是休息时间，有的可能大白天的时候就去写什么。那月夜更不用说了，人都睡不着，那夜深人静这是最好写作的一个时间。所以中国文学里面比较多啊，那种月夜的文学也并不是有原因的。对东坡来说，不是景色的背景，而慢慢的赋予它另外一种意义。有看到了明月高照，孤独的人那种孤独的月光，由然产生很多的情绪，也有月亮的可能性来衍生出某些象征的生命的意义。那这首词啊，我们说在东坡文学里面也相对值得注意的。西江月，有的读词牌，东坡当然我们讲过，东坡有的是用词牌，是跟他的内容是关联的。今天的西江月嘛，刚好他的房子的墙上边，今天是什么晚？什么楼上晚？是黄州的中秋之夜，一轮明月高照。那108首，你看这首吧，《西江月》。这个词大概写在元丰，有些会在元丰3年，有些会在元丰，但不管怎么样，就是刚好黄州的前一两年的时候所写的中秋月夜的作品。那黄州对照的，对中国来说啊，那么多年来，真的将他合家团聚跟弟弟在一起的，就只有啊，来到徐州的晚上。那刚好呢，徐州晚上也不是那么完美的，那词跟词意也不长哈，弟弟第二天就能动身离去。对中国一生人来说，那个中秋是产生很多的遗憾。那今年也许全家都在身边，弟弟也在远方，当然这首中国多了更多的生死之感，那很不好过。所以我们看到这首中国写的黄州中秋，当然会对照之前的看就整个心情的一个转折变化。关于世事一场大梦，
人生几度新凉，夜来枫叶已鸣茫，看取眉头地上，久见长愁客少，月明多被远方，中秋水雨共孤光，八丈凄然北望。凄然北望，我们说词的境界就看最后的生日片，那是伤心难过，但是这些表面背后的这种精神在支撑着他，纵然难过哀伤，但还保持了某种不卑不亢的精神。这是中国这黄种人的处境，即使这么艰困，但还是要被撑下去，要如何去支持，这个去保持自己的脸谱，那是很重要的。这里啊，一首词一开篇，中国当然自己就有凄凉无奈的心声，却是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前面呢，中国我们说了，从写《咏月》开始，东方已经意识到了古今如梦何成梦，在那个时候东方还是不至于太坏，也许是被调到去很远的地方去做官，远离京畿，跟弟弟不在一起，但是人生如梦的感觉就没有很真实的一种状况。但进入乌台，虽然才在了解到原来一切都是难以掌握，如梦幻的操作一样，一种变化是快速，人生那种难以掌握的感觉更深。所以这里面的时候，到比起了几年前的写啊《古今如梦何成梦》，更深刻的体会，因为经历死亡的阴影之后所了解出来，一切都有所了悟。原来要做这样，人生真的被摆布的如一场梦一样，这是一场大梦。也许敏锐的是，其实那时候人生如梦，就在词里面，能写人生如梦的并不太多，就会有真实的生命的一种体会。最先有这种感觉的，就是李后主啊，往事已成空，还有一梦中，真的是无可奈何的。纵然之间，天上人间有那么大的差距，如果梦中梦的那么美好，一醒来原来是面对这样的一种现实，离我们失望，那对你落差太大，跌宕太深，所以呢，难免有这样的一种。而且自己开篇就并不是很好的那种感觉，这样皆是他劫后啊，劫难之后的怅然无奈，感到无从把握的一种生命的悲哀，其实有点一场大那种梦，原来有那么样的一种事实是需要论证得到的一种经验，真是很难看。好了，这个也罢了，那不能不只是暗伤往事，感到人生如梦。对未来呢，你感到很忧虑，不是吗？人生几度新凉。今年中秋夜，我黄昼进来凉夜，清清爽爽，但人生能过几多天的中秋节？现在还好啊，站在那，明天有一来一往，已经还有憧憬，终有一天可以退休，和家团聚，跟弟弟啊，能够夜雨对床，或者那么美好的充实生活，也有幸福感。但现在都难以说准，人生有多少个的未来呢？而且未来又如何？这是时人面对了时序变化的，在经济之离之后的这种体会。人生有不少人都是，有谁能够度过那么好的良夜呢？现实打击啊，您看，要跟东坡啊，感觉呢，离不追求广于梦，梦后呢，喜鹊无闻，也不知终了的贬谪生活啊，更加深了突然虚度岁月的这种忧惧，不知道怎么办，就这样白白过去了。这个时候呢，对季节的变化呢，尤其敏感，夜来枫叶已鸣茫，这次你写出一种呢，起码前面的弟弟不见还可以啊，欢迎打蛋大作，还跟朋友欢乐一下，还飘飘欲仙的感觉，这是完全没有。他感觉到说，夜来枫叶已鸣茫，风吹落叶在走廊上不断的响动，这好像生命的丧钟一样，催促人老的一个事实，也难以排解的与时间的忧惧。本来东坡对时间的特别敏感，这时候更加担惊害怕，不少人紧张。而且现在完全被着落了，你可以说你们眼前的风花又落叶一样，生命走现在变得凋零，完全无法扎根一处的感觉。这个是
时序的一种感觉的。当然，这是秋天的一个告示，一来秋枫叶已平啊。但是想想自己的有到什么岁月，又年轻一点，你不担心，偏偏那时候你看看，看去眉头鬓发，外面是一年也将近了秋天到来的时候，反正这个秋声触动人的情怀，感到了年华摇落，如同眼前的秋叶一般。看去眉头，看看我的头发，有白的多少，掉落的多少。前面那句啊是季节的秋天，后面那个是人生借秋的阶段。人生已到，以前东方已经到了四十多岁，人生过了一大把。我们都不能从百岁来论了，我现在是觉得人生七十五来，过了七十年了，这个时候还是经历过那样的挫败之后，身体也受伤了，心里更大的伤痛，更感到岁月难以掌握。而且你呢，美好的岁月当然对他来说也不多，不想能够支撑下去。就这几些画面，这个春天是非常的凄凉，他无奈孤独无依，一来枫叶。好，下面的记住了安慰自己的，但偏偏也有一些不那么如意。好，下面说了，既然中秋节你不能虚度了，怎么过呢？走进长城客舱，月多悲。我们说了，人生的态度为什么与君没呈现出来的？之前东坡写东西很直接、很明白、很勇敢、很正面。但是当一个人呢，充满了很多的否定句、疑问句的话，那开始就对生命很多的动摇。这些里面很多这样的表达，一切都不那么美好，很难掌握。你的用词用语充满反复的这种精神来的。说了啊，走贱走不好也便宜，的确有黄州他也没钱的。东坡私下真的很拮据，他跟秦少有同情跟谈过，他算一算他以前累积下来的钱财。只能支撑一百多天，或者罢了。到了后来想算一算，传到那个自然池，那个水道传的自然池吧，有一点点好。可是真的很拮据。我讲的东坡呢，真的亮丽，每天都有紧紧的看着自己的荷包，他把自己的钱财的挂在衣领上，有三十个这个小竹子把它杵在那边，每天只能拿一个下来，剩余的放在下面的一个小锅碗里面。这是他可以宴客的一个可动用的一种技能，每都是这样的。当然，掌管钱财交给他太太，他不能把竹筏自己掌抓住，是这样的一种过生活。所以这个地方的物价便宜，对他来说当然有好处，起码还没有那么样的像大法故事的那个压迫感。好，但酒剑其实呢，不愁没有待客之资，朋友还是可以喝酒，起码还是请得起。那今天也是凉夜啊，月明不是很好吗？明月高照，有酒能够呢也酬宾，一切都是还好的。但是偏偏呢，不从人愿，酒剑里呢长城客舍，这里面在意在眼光，不同为朋友，一直是。其实的确，你现在比别人更遥远的地方，你想邀请朋友来，你没有几个人的身边，到处都是一些贫穷人家、周遭的邻居，能够跟你谈心的那些人，谁有能够闲工夫来看，而且太遥远。更重要的一点，东坡也不希望他们来，也怕他们呢受到一些破击。长愁客舍，你想想，本来的爱热闹，使用朋友的，偏偏在那边这个中秋夜，只能在见了自己孤独，他的心情是多么的沉重。长愁客舍，而月明呢？啊，这里的月光，他现在是被贬到黄州、湖北，这以前啊，古云梦泽的地方，多云崇山峻岭。因此啊，当晚上的月光出来，跟你奇遇啊，在汴京、杭州或者密州、徐州看的那个秋月都不一样。这地方很多的云雾，所以当月亮出来的时候，并不整个晚上都看得那么通明。有时候被云遮蔽，有看到一小半，有时候完全都看不到。所以叫做月明多悲云。那好的明月。你不时呢，你整天晚上都能观察到，偶尔有被遮住。当然，有些人说人生的意思，以前认为明月被云遮，很少人当道。
受了惨烈的伤害等等。当然这个是引申过去，但如果你其实真的在湖北看到月光的一个情景，常常比喻的就有些不那么完美的。就自己看看的您这里面一切本来都还不错了，条件还可以符合的，但偏偏就是有些那么不如意，天不从人愿，那么不和谐，真的令人不得不惆怅。好，就算是这样的，还是这个，今天还是有过吧？怎么过呢？他说：“中秋谁与共舞月光？”我们看东坡写月光，对不对？却月夸书的，当然是缺月，坚持舞光。这个缺这个舞，也可以说是他心灵的一个痛，人生的残缺不完美，自己孤独寂寞，也同时的月光缺。以前是不管怎么样的啊，明月如霜，还是那明白的冷冷的感觉，还是觉得温馨的在他身上。但这是孤独，那成为孤独无依的感觉，这种月光才能相配。谁跟我在一起可以看到的月光？好、啊，没有别人吧？那你就会巴掌气压被断，扎着九掌的准备。就是写一旁，那你会上去东坡在是预备的，带来草草一个小酒杯，拿着酒杯了，凄然北望，心里很哀伤，但是望着北方去，拿着酒杯举酒自杯。那人说了，这里面都不由得让我们想起的之前的写明月之词啊，尤其中秋夜，都跟地理有关的，熟悉的水流歌头或者阳关曲。那这种人家说，应该什么还没有一个故光的起码兄弟似的心连心的，他应该也会安慰我，跟我共同明月，我并不孤独，来就被向他致敬。那这个说法并不太可能，因为东坡也不会搞错方向，他弟弟住在这个北边，北边也是在东南的玉楼中，不在一线。这个北边那是湖北黄冈地方，他的往西北的地方就是汴京。相信他答的就一定是像谁，就是汴京。我说每一北斗望京华，东坡总是说不死心，还是看得出呢，他们还把这种尊主哲明的那种心的，一国家的一个尊心，在孤独凄怅之中，他依然不减的对国家的那份深情。我纵然落难了，凄伤了，但是我不该迟到的一种啊，病，对我国家的忠忠的心。向着北方的遥遥的千里的精华来致敬，你看得出他永远不屈服的一种执着跟热忱。就算到这样的地步了，东坡还不敢死心。那当然，你可以看出他面对逆境的始终不改，他的忠厚气节的那种表现。我觉得很重要，起码他没否定了这样的一个这种生命价值，不然所谓何来？爸爸对他的教育，妈妈他也自己不是受别人的影响，他也努力去考试，认清楚他的需要，他也思考过，跟弟弟也讨论过，他真的想做一段事业。如果连这个都否定了，这个重心都不见了，那人真的不是很多事。既然是，当然是后来带来的祸患，让他感到很难受，这是事实的。但有他阴然的一面呢，就是士大夫的阴然有报国效命的心是永不改变的。就觉得有了解东坡在黄州时的心情，刚才那种不算自我，他那种决绝的心，那种人生的抉择。那这一首呢，那种表达一种啊不忘故国的情怀，我觉得是很重要。起码他这个地方他全部动摇，因为人生连这个价值的定位都确立不来的话，真的。只能教育一世，不知道如何去啊。那这个是很重要，重要是在现实上无法去实现，在理想上他还是依旧去成就。那这个是我就认为他能够最后能够安然度过黄州的这个定向定力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后面有看到很多的智慧，在这个得不到的一种更多的资源，人生很多否定的，在更多的有正面的思考，当然通过宗教方面的。好的熏陶，还有个朋友的亲情的一个温润，都是一些很重要的正面的因素。好，我是比较啊，与大家先用这两首词了解刚到黄州时候的一个的春天和秋天所建构出来的那种生命情调。那往后当然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词的慢慢的，当朋友多了，当地的太守对他也蛮礼遇之后呢，
他的更温馨的内在自我就逐渐出来。那下面呢，我们就看两首的惋惜沙，看到了前面两首就多么的孤独的面对自己的一个生命的高度。那其实我们这样讲呢，有它的一个应用的功能，它具有重振的一个机制。但人不能只活在这自己的人的生命价值，必须有跟外面基因出成相对的，能够奠定下来。如果你老是窝居在自己世界里面，你终究是萎缩，没办法去找到一个活力点。所以必须要通过瓦西打出来，回复到一个文学的一个互动沟通的地方，跟朋友的往返当然就很重要。除了跟自己对话，也要跟你的周遭的人去对话。词就文字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功能，那其实不是一个很固定的文字，这个教你歌语的唱，对人呢是可以的。你有些我不去冥想，当一个词的人呢去模拟一个歌语的去唱歌的时候，就像他能够跨性别的体会，他能走个女孩的心去了解他，事实上只是丰富你的生命经验，你能够加一些女性，不止自己寂寞，觉得女孩的心理体会。那我们讲呢，不许这个功能呢，当一首词叫女孩子好了，她去唱，女孩子仿佛写出她自己个人的身世，你触动她的潮话出来，越唱的越伤心，也会疏解她的情绪。原来她也可以的，原来那个诗人了解她了，也写出她的共同心情。但在听的人呢，往往都是男性的观众，也就是很妙的一个地方。那男性的观众呢，听着女孩子唱她的一个闺中的悲情，实际上呢，也许不由自主他会想起。想起他自己的家人太太，他离家在外，他们的一种落寞孤单的感觉，就是词的一个演唱过程中，事实上是可以的。比如说有些事情，据说啊，我们说是可以心甘情愿的，我们就说的，对不对？这个群的这个地位很好，所以人可以通过这个演唱，能够跨越这个距离、性别方面的反应，能够将心比心，连成一体。所以文体，就是词里文体有它很，我觉得蛮好的地方，跟人群可以有多方的一个考虑，作者的立场、唱歌人的立场，还有听众的立场，来听众背后他思考的现实生活的人群的立场，通通都可以扣连。只有几个多几人，必定会启发的这个情味。那这首词，我们看的是116首的《惋惜沙》。我们可以看两首和117首，本来是一组的，我们要学两首里面去看看《惋惜沙》116首，在171页。现在元丰4年的时候，东坡开始呢慢慢生活呢走稳定点了。因为呢，东坡更重要的是，中国刚才说了，走见长城可少，你不是真的没有人，起码当地的太守对东坡是非常照顾，三个人的讲这个人物，许大寿，许君友。词的徐旭文这样写的：12月2日，雨后微雪，太守徐君友细酒见过，桌上桌惋惜沙3首，明月酒醒，雪大作，又作2首。那进行我们看东坡在徐州的时候，巡视那个地方了以后的状况呢？他写出一组的一个田野的农村的词篇，对，这里面也是田曲，不过很奇怪，人家惋惜沙是一组的一个作品。那这2首我觉得就够了，就了解到东坡当时啊在黄州的那种心境。徐君游啊，就原名的徐大寿。东坡在徐君游去世之后，他的弟弟呢就写了信给他，就徐德之，他是徐君游的弟弟。东坡就回他就写。东坡这个人啊，他不想含蓄。韩愈啊，实际上他写文章就是可以了，写文啊，会赚钱。所以韩愈写了3000多的墓志铭，很多富贵人家有名望的几个大文豪写四墓志铭，当然有收费的，对不对？他可以的，可以来赚。但东坡不会，东坡可以啊，你可以啊，哎，礼貌题他来写文章，但是墓志铭那东东坡不随便写。那你翻开东坡的文集里面，那些墓志铭的文章是非不属的，除了他的亲人。爸爸妈妈太太，对。那徐君游是谁？还有他的欧阳修，他的老师。徐君游死后了，他的家人就请东坡帮忙写墓志铭。
东坡二话不说说就大力一下。可是呢，东坡对徐经有份感激，因为呢，这个信里面，弟弟的信里面，他就谈到刘烈。为什么呢？他说某啊，他自己自称的是折黄州。我刚开始被贬去黄州的时候呢，举目无亲，还是蛮凄凉，一家人一辈。那除了黄州的徐太守，还有对岸的武昌的鄂州太守了。朱守昌对东坡都蛮照顾，你看当时的东坡能够住在明道亭，是朱守昌帮他安排。东坡也没什么钱啊，人家帮有房子没用啊，然后家具啊等等的，连耕种需要一些种子、一些农具，也要朋友来帮忙。东坡这个人还不错，能够啊跟很多人打好关系，人的就对他很好。所以啊，那时候举目无亲呢，君有一见，当时我看到东坡的时候呢，相待无语。我觉得东坡是应该是肺腑之言，很感激。你在落难的时候，居然有人不嫌弃你。东坡当然很害怕，因为人都觉得哇，你想想看呢，东坡一有乌台诗案之后，所有跟他的亲戚通通都被发给贬官给发解。你后来的人还敢跟东坡交往吗？你的政治立场的清清楚楚的，人家都会对你啊和攻击，对不对？东坡就是一个天下的罪人一样。那徐经游这些人才不怕你。他还是做官的，他也不担心他的未来，居然拜东坡于吴用，心胆的人看着眼中，这个徐经游真的不是什么可惜的人，居然对一个发掘人那么好，徐经游真的东坡是非常的礼遇的，帮他很多忙，常常呢也请他喝酒啊、聊天等等，有些物质上东西也帮助他。那东坡是，那这首诗间呢，你看冬天的十二月二日的雨后为雪。下了雨，下了雨啊！如果不下雨的话，就不会下雪。气温的变化，水分的话就会下雪。而徐经游还在风雪之中啊，真亲自跑来，细走见过就是过访和拜访的意思，带着酒来，你看很不简单。刘邦玉啊，陶渊明啊，给他啊，这灌点顺口给他一样，都会觉得是蛮安慰的，所以就写了这两首词。那第一首呢，当然是从他自己的，他写出他自己的一个从雪堂回家的一个路程。我们先看第一首：和富快轻轻迈未俗，江南云夜暗随去。临高殷景世间无，雨脚半收弦断线。雪床初下瓦条柱，归来宾客乱帘湿。啊，这么容易要写几首，所以呢，每首这个片段。他写他如果从外面回到家的，然后呢最后呢就睡觉，第二天呢太守来访，整个故事呢一首一首娓娓道来。那时看得出了，前面我们看的什么《雀跃画书童》，或者呢前面一首是《中秋》，都没有着意对景色的描写，突然写出来就传一种很落寞凄凉的景况，有夜来风夜雨明朗。那这首不是呢，那么起码呢心思很稳定一点的。可以让他呢，在要无中生有，看到一些呢微小的景，都把它写出一种美的意境出来，看得出你心起码是比较稳定一点。就当我们的心情烦乱了，很多的想法的时候，你的感官是麻痹，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不对？食不知味是常有的。但当你呢慢慢的有食欲了，看到更多色彩和喜悦的时候呢，你的相对你的心。慢慢舒畅一些，所以我们可以从你写出来的一个景色的一个各种的感官呈现，可以对照自己的心理状态。这首你看的东坡是相对是比较愉悦的，而且呢还有什么呢？就文字里面就文字游戏出来，希望你可以调皮的内在自由的出来。为什么这样讲呢？你看这首《晚期山崖平生韵》。故意在东坡这边做文章，第一个是什么？富快轻轻迈未俗。我们先把，如果你的前期知道了，你用韵第一个字就确定了整个韵的韵脚，然后你走的方向，你最好用一个最多字的、最平常的韵尾来写诗嘛，对不对？你写个年呐、天呐、山呐，就比较好押韵。可东坡呢，却偏偏用个俗字写的最有韵律，所以呢，整首诗以后写下去，通通都要写。这个字来押韵，这韵呢？这个韵是很窄的韵，用的字不多。你会写诗的知道的，
除了你说啊复苏苏醒，你还能用什么意思？没有什么可做的，对不对？所以写字体，中国字看得出来，它有完整的文字，有学的挑战性。为什么你会输啊？因为我是输的。所以通过这样写的，哎，讲到自己的信呢，就拿它来读第一个字，一个韵字，后面呢累积的干脆性很高，这是很危险的，对字上很不好写。你会写诗的知道，这个书字能用的这个词汇非常少的。很多的人有这种能力，看得出他能够去挑战文字，是看得出他心情是轻松的，就是不像之前那样的样子的。好，他说腹块，那块是土块。土块覆那个土块覆盖的什么青青，就说他已经在，我相信，比如说已经开垦那个东坡的地方了，他已经播了种了，在秋冬的时候，那个麦子呢，长出青青的叶子来，但是被泥土覆盖住，而且麦被说什么那个根芽还露出一点点，但还没苏醒，就说还没有发芽的更好的状态，麦未苏，就说那个麦子啊，现在呢就被到。这个冬天的一个土块覆盖着一片青绿的，但是麦苗这个时候呢长得并不茂盛，未苏的就缺乏一种活力嘛，还没把它很蓬勃的生长起来，被覆盖的一个土块上面，青青的麦子还没长成，你就这样讲，覆盖青青麦未苏，也许是叶子出来，但是上还没长得茂盛，啊，这是它。当然赢好吃的起码赢播种的，中国还没完全长成，起码得等待明年啊春天来的时候啊就有一些收获吧，但这是刚开始的时候，那他就播完种的巡视过之后呢，他会来将来云叶暗随着，完全像一句音乐，每一句都是一个记忆，现在看出云叶地面上看到的现象，现在上面呢倒过来他就是坐着车子回去嘛，对不对？那看到背后回头看，看到什么呢？那转身来，那这里面看到整个姿态的转变，看得比东坡气象比较有活力，不然之前那么呆呆站在那边，翠月挂树头兜到人附近，没想到有什么更大的动作，走来走去，他走不出去。当你没有活力的时候，人慢慢的萎缩、卷曲，这个固定的一个空间里面无法生长。你的眼睛呢？只能盯着眼睛看，根本呢，已经是呆呆的感觉。就像后面写到的《黄豆中秋》也一样，没有更大的景节里面的唉声叹气。这首不是啊，他喜欢走出户外去，动作有更多的表现。那下面一句呢，就回头看。好，江南云叶，冬天的云呢、啊，它怎么样形容呢？那个云呢，就一片片细碎的叶一样。我不晓得这个，也许冬天的时候，这个层云是这样吧，对不对？如云如叶之云，不是一大块的，是细细碎碎的，如一个叶子一样的，就在天上的浮动着，暗随之。我觉得很妙啊！我走到哪里的云呢？我就觉得风飘飘的，一直跟着我。那我都看到这个景象。好，这是写出那种啊，风啊，北风冲击之下，碎碎的那个。如碎叶一样的一个云块，不断的跟着他的马车前进。那这么你看到眼前的景什么呢？临高烟景，世界。哎，看到他的家了，他在临高亭嘛，对不对？他就远就看到他的家呢，这个是直视的，刚才是往后背后看天上，这个是回到另外的景。那我们讲过，中国人充分掌握到词的一个写景的特色，每一个韵就是一个独立的景。那上面的你转身来往前去了，看到自己家快到了，那个烟景世界烟景烟雾弥漫，他觉得这个景啊是世界所没有。当然了，烟雾弥漫一片朦胧之下，很用我们这个山水诗破坏一样，因为看不出他的丑陋嘛，觉得都还不错，他自己啊自我一种满足感，一件事情的，当然是穷人家的一种自我安慰的方式，这烟雾弥漫都特别美丽啊，对不对？有女孩子啊，对吧？大白天不好看，就烟雾之中的另外一种风姿一样。你作者用这个很幽默的写出来，人家都很喜欢这样的来自我安慰。东坡版呢，有些人错的东坡，讲他们云间烟景世间无，但忘记了是烟景之上，它是世间所无有，因为看不清楚，所以有很多的想象。所以有些人呢，你后来东坡过世之后啊，
好，到南宋呢，陆游也去过。那明清的时候呢，王莽他们呢，就办一种呢，东坡声誉啊，去旅游的活动，去寻找东坡的一些故迹的。每年他们去的东坡曾经去的地方都是杭州，他们都去看看，最后呢，都很敢这么说句话了，也许都被东坡骗。文字写得好美，但结果原来是那么回事，几百年后都是这样。那黄翠的地方根本没什么开花。那东坡只能在那边呢，就自得其乐，人间一景是一件。这件事情一步一步来，从大景到小景，从外到内，最后呢，他回到家，在门前看到什么呢？鱼角泛舟，言断线。有些东西不是说啊，这好的美的东西，你才欣赏它的美。人如果心情啊豁达的时候呢，随时都发现出人生的美的一景。你刚才看到什么？屋檐上，本来刚才呀、下大雨，这雨慢慢停了，变成天气更冷了，所以变成雪花，对不对？现在看到呢，檐断线，本来在屋檐上流下来的水滴，如果雨势很大的时候呢，从屋檐上下的雨呢，一条直线下来。现在呢，因为雨停了，还有一些水积在上面，所以啊，屋檐上的一个雨线呢，慢慢一段一段从直线变成竖线。一个景，你看，我很少看诗人真的写个景。如果你会懂摄影的话，那个很好的镜头的运作，对不对？我们不要拍真的美的东西，纵然美的，你会自己发现它的美。那东坡呢，你看，你看你的新的写景手法了。那个鱼角，那个鱼角的鱼点鱼丝。对不对？雨角，这是屋檐卡下地下的人称为雨角。那个雨点雨丝呢？他说在于啊，因为雨也慢慢停了，断断续续连不成一条线，对不对？未断一个连断线，这个动态的景色，一滴一滴下来，不停的直线，一条虚线。好了，这是由上往下来的一个雨景，而上面呢，你看有个变化呢。他说啊，雪床初上瓦条珠。都很喜欢把这个跳字的用成第二声条珠。我们说跳，一般的跳是动词，条变成形容词，都不是胡乱用的。会跳动的水珠叫做条珠，当然也为了配合平仄格律来用的，所以读的时候读成第二声的瓦条珠、跳珠，它有跳动的水珠。好，雪床在京师啊，称为一种雪线，一种雪珠的，对不对？雪花一种雪。初上，因为呢，刚才已经的气温已经够冷了，也是水分，因此呢，有了雨的那个雪珠呢，就掉下来。那掉下来有个重量，就在这边滴下来，就弹飞起来，就是瓦条珠，条成一个珍珠一样。刚才是从上往下的水滴，现在呢，那个雨珠啊，雪珠呢，就从这下来再弹起来，一上一下，一高一低，成一个动态的一个演出。哎，起码东坡的词已经有点活力了，不像之前的闷闷的、冷冷的、孤单的寂寞，现在看着景色不同。也许呢，经过一年多之后，有些耕种的一些收获啊，有些心情也慢慢改善了，所以有好多的看到这么景，我们会注意到了这种感官，刚开始这样，东坡还有一些感官还没打开，我们会看到，比如他的嗅觉、味觉还没打开。这之后呢，一个月都会发生，你看到整个心情的一个改善。上面说了，归来宾客乱年时，就写了他自己的。回来的时候，因为经过那么多那么久之后呢，他也看风景的，住那个房间去，所以呢，那些宾客都念念在他的一个白一个胡须上面，能看到一个呢风雪中的一个人儿的一个旗袍。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词，但其实在东坡吟不上之前的，充满一种哀怨、悲伤的色调。人用的词语呢，也比较平常的，比较舒淡一些。好，这是先交代他回来的一个情景。下面呢，才是呢，是君游来访的事实。那我们再看下面一首，跟看那种啊人情的对待，对东坡来说，当然是对他的生命经验很重要。醉梦昏昏的小未苏，肯定是就又跟前面的不一样的，没有很好的一个文字的能力，也很难驾驭。又有个苏字，其实很不容易。好，门前立路使君居啊，斧头一展枕深炉，废土寒书跳翠雨，
小曹春酒一斟酌，清香细细绝美时。一方面，宇哥说了，田忌因为太闲了，一闲工夫，玩点这些文字游戏也无妨，反正也不是全然的文，也有真情的表达。看得出了东坡驾驭文字一定绰绰有余的，你看这心情的那种抒发的地方。好，他说我回到房间以后了，他今天晚上的睡着，等到了睡梦昏昏，小胃疼。你头前一天晚上喝了酒了，第二天起来的昏昏沉沉，一直睡到天亮还没苏醒。哎，有没有苏醒？你看你真的不简单，一个苏醒积极的那个状态，还没苏醒。在这个时候呢，突然听到声音，就都不得不起来。为什么？门前低路许君举，举一个太守也成了，就指着许君又来了，在这马车来，就低路的形容马车的滚动的声音，滚滚的车声呢，都把他吵醒来。当然，他就开玩笑，你来拜访我，不能空手来呀、啊。所以呢，是多的问的，斧头一斩怎能足？一斩斧头就怎能？真正的怎样的一些怎能没有呢，对不对？所以你的朋友来以后，当然你看到东坡跟太守一个长辈一个长官，他呢也是会开开玩笑的，你怎能的时候不带着走了做礼物来拜访我们，不能空手来吧的意思。那斧头啊，不是酒的名称，而是这种酒呢酒精浓度高，喝了之后让你呢不舒服，不得不用手来撑着你的头的那种酒的斧头酒。所以呢，一般来说，啤酒就不是浮头酒了，高粱酒就是浮头酒。那些浓度高的酒，或者随便的七八的酒，偏偏不行了，一定能够让你喝醉，喝的你啊，身体就撑不住的一个状态，那种酒怎能没有呢？实际上，一定好酒嘛，就要带来。哎，果然太守来的酒，不是一个普通的酒，应该是很不错的，所以这么有气质。但是作为客人来访，主人也不能够就不加以照顾对待，但东坡能拿什么来照顾这个贵宾？当然并不是在对价的关系，东坡当然你拿不住好，但这个诚意很重要。你看东坡在这里写出他的这个用心，他说是肺腑寒暑飘脆，东坡也不吝表达出他这个这样的寒酸的情节，他的。谱他的种菜的地方，那个菜谱是废谱，看得出那个菜谱并不经常经营，而且接近荒芜。那主要是因为冬天啊，是废谱。那寒疏，如果平常夏天、春天的话，蔬菜长得很茂密，偏偏是冷天的那个蔬菜，大概也长得不很好，也不多。有的朋友说，但是我也清清望，不随便的，我也到去会馆里面去看看我们的寒冬的这个蔬菜，在那边呢飘翠雨，那雨就看着那个叶子，那羽毛也小小的，形成那个叶子的形貌，翠的是翠绿色，起码呢我就用心的把最好的那些摘下来，就可能不多了，但是蛮珍贵的，看到中国人的用心。也许不是他我的太太帮忙，但是呢，为了款待这位贵宾，我们也用尽办法把最好的呈现给他。当然，太太也不嫌弃，这东西当然也不是真的很好，但是你看出都是一片心。你通过之前，你看人情的对待，通过你手中的分寸，也知道怎么样，当然这个重要的考虑。好，反正。那个酒怎么喝啊？他说了，哎，人家很珍惜他的小曹春酒一斟酌。这小曹那种注酒器，那小酒，对吧？那你不随便的拿起酒，我们等他喝下去，不是也不够雅致的，所以拿个注酒器来注酒的一个小酒壶来。反正因为人家很珍惜，不要大口把它喝光了啊！每一个人都好珍贵。是珍珠一样的珍贵，我们就把这个最美的酒一点出来，我们来吃吃这些很简陋的那些蔬菜吧。啊，当然除了这个，我们还要欣赏嘛，因为冬天了，那时候还有梅花已经开了，你摘的以前的人也会风流雅赏，就把梅花摘下来，但是他们不是攀枝，而是因为梅花丢下来了，很可惜，
把那梅花捡起来啊，放在家里面的小盆子上面，一般会观赏，那是另外一种观梅的一种啊一种方式。好，我也这边也有，所以他说心经上细细绝梅须，我不仅看了，你把梅花，哎，这个梅花蕊呢留下，剪下来，在嘴巴里面细细品尝一番。我们刚才说了，入感官也不一样，除了视觉，我们还有多了一个一个嗅觉。那么这里面是不是真的觉得梅花的花蕊呢？也许不是，也许是品味如梅花有高雅的那种精神。这一方面赏梅的在盆子的梅花，当然有的时候直接把梅花那个剪下来，然后呢细细绝的梅须，然后知道梅花代表什么，一种很清雅的高洁的一种情操嘛。君子之交出淡如水，淡那个啊风流雅爽啊，也呈现出如梅的一种精神啊。也可以说实际的那个动作把梅花举在那边，但是举着的不是那个真正的梅花，而是举着梅花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清幽高雅的精神，那种勇气弥足珍贵。我觉得很重要的那个就是一种朋友之间的对待，真诚对待。徐俊杰说你这样对待东坡，并不是因为他、他为人这样，但东坡其实他并不担心对的他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麻烦，而且他以人的这条路边论定东坡是一个应该可以深交的朋友，当然对东坡来说是很重要的一种支持与肯定。不然的话他在那边背背着，他看管的人，他可以啊拿些吆喝他，要不做什么不做什么来看管他，但他不是，他待他如骨肉，起码呢东坡从这位有朋友的对待的知道，哎，德不孤必有邻，都要肯定他，重新获得生命的力量。所以绝对没事就绝咀嚼一种呢真正的一种生命的高大的情操，朋友的带来的肯定应该是很珍贵的。我这个是我们从前面几次看的，包括不管是实际的一个写作也好，像相声也好，都实际要呈现出某种比较正向的一种精神。那这是我是其中的一个小。好，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看后面的这作品。后面的方舟，那么那一部是我来翻拍我的传记，下面我们有去。那我只是希望从词里面找出一些因素，了解东坡如何能够撑得住是这样的书，然后重重阴霾，然后创作不同的生命之间的一些因素。前面几首其实会带出一些特色出来，我觉得东坡是一个有可以学习的如何面对忧郁。很好的一些方法。上面大家看一首的122首的《满江红》，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里面去肯定如何去获得生命的这个肯定的方式，起码他还相信文字书写的能力。就当有一天东坡连文字都不一样，也不写诗不写，那才好笑。就要他愿意去尝试，而且赋予他更重要的文字就是有生命的见证，也可以要去对抗时间的最有力的一种方式。那这首诗叫《满江红》，那你跟长江有点有关，对不对？它词题是寄给鄂州朱使君寿昌，朱寿昌。鄂州啊，就现在的武昌，它跟长江呢刚好是隔江相望，黄州在北，那个武昌在南，所以东坡偶尔啊也会到那边过去看看这个朋友，刚好就是朱寿昌担任的地方的太守。谈起朱寿昌啊，这个人是很受人尊敬，他是一个很孝顺。那时候是什么？实际上他很小的时候，他的妈妈就被家庭赶出来，他不知道他妈妈是谁。但是当他呢，一知道了原来他妈妈被家庭赶出来，他最后居然弃官，把官都不做了，
说天下里面去寻找他的妈妈，这是中年的故事，而且他有自学的书那个佛经，把自己的自学，然后手书那血书啊，来写那个佛经，现在老天感恩老天来帮忙他教学他的佛经，用纸非常的一个辛苦。雷军长最后在71年间初年呢，他在陕西找到他的神母。这时候啊，很多人很感动，东坡也写诗啊来送给他，其中两句这样写，他说：“啊，感君离合我算心，离就本来是分离的，他妈妈就和了。我看到这个故事，我都心酸。我见到你去寻找神母。”用尽全力，连官都不做了，就自己非常无可，而且就跟妈妈很伤心。最后他说的：“此时今吾古惑魂难。”今天大概很难，以前还也许会找到一些典范吧。但是他非常的读书。但有人就说了，东坡写这句啊：“此时今吾古惑魂”，可能是有所指。历来在的时候呢，有个叫李定这个人，王安石就推荐他担任御史的这个工作，来给你一个进官，司马的这个官。刚好呢，他的相反，他的妈妈去世了，他居然能够隐瞒，不回家守丧。你现在父母去世就在守丧的时间，一定要割下来敬你的孝，那居然他不做呀？其实东坡的人呢，对他是很有意见，所以有人说呢，东坡这句诗可能是意有所指，只是今吾古惑魂。现在你听到，因为呢，吾莫三步的人呢，居然有这样的案例在那边。但万万没想到呢，后来乌台诗案的重要的去审查东坡的人就是李定了。那可能这个是一个公报私仇，那你真的是恩怨，真的是搞不清楚。啊，现在呢，刚好朱寿昌也来到武昌，跟东坡遥遥相望。当然，你们想起历历往事，对不对？朱寿昌跟东坡也很好，但他就生命有很多的质问嘛。东坡就写了一个词来送给他：“互赠涕零。”那我们来看一句词：“那江汉西来，高楼下，葡萄生病。犹自带名儿雪棒，锦江春色。”君是南山一爱手，我为剑外思归客。对此间风物岂无情，殷勤说。将表传，君修读，狂楚时真堪惜。空舟对鹦鹉，为花萧瑟。独笑书生真底事，曹公皇祖居飘忽。愿使君还复者先生，醉华。年龄就不地取材，然后呢，很贴切的点读运用，东坡是充分发挥他的文字。但这里面当然是很有感的话，也东坡一些自己的心理启发。他这个朋友啊，也对象是对他一种很好的一个对照。如果是振作起来，我不因人一时的荣辱啊而推脱丧志，应该有追寻一种不朽的一种名声。好，这词我们看看呢，他写起来由。眼前的景开始，最后呢，回到这个历史里面去思考什么。但这里面有东坡另一个方式，以前我们讲东坡很少的，除了前面江城子用到冯唐的典故之外，这首歌更是在就地取材。也许人怎么会去重获生命的力量呢？自我也许要刚好能照顾好身体的内外对话来重新认清自己。但更大的幅度就是把它拉到历史的长河中。去啊，跟过去的人物对话，重新去思考生命的存处。如果从个人走历史，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传开的一个生命的道理。当然，有的时候回到历史中，有产生更大的惆怅。比如说，与古人相比，也许会更加的无奈，产生更多的生命的疑惑。最后你，你甚至要从历史走出来，回到大自然的一个状态。个人、历史、自然，就是东坡要在生命思考里面的三个重要，你得要慢慢能够扩散出来。那也许回到自然的时候，更感到生命的一种
孤独，它其实有另外一个有了彼此一体的感觉，生命就有安顿，就回到自己。这是我们讲中国文学如何从那种心有余悸到被快放进的这个历程，在人的世界到历史的世界到自我的世界，不断不断去思考。这些都是跟历史之间的对话，重获生命的力量。古人是这样，我们也相信是未来也是这样，这是很好的论证的方式。好，他先从啊眼前的景写起的，江汉西来。江是长江，汉是汉水呀。那对鄂州那武昌来说的话，长江是从西南来，而汉水呢从西北来，两头水，一种汉水，一个从汉水从西北，而长江从西南来，到这里呢，通通的汇到这个武昌的地方来。但是我们说中国很喜欢的，尤其前面的词啊，一脉相连，彼此都有关系，不管你到哪里去，我们都是一体。但是这里我更认为呢，这位鄂州刺史啊，太守朱寿昌，他是从陕西从汉水这边来的。那我呢，我的生命的源泉也是从长江下流下来，结果没想到我们都汇聚在一个地方，就通常看到这个彼此的关系，惺惺相惜。大自然都是这样的环扣在一起。好了，在这里面呢，高楼下葡萄生碧，他眼前呢看到了，我们看到高楼之上眼看到长江水啊，如同的葡萄酒一样，因为呢那个绿叶啊映照在水面上，好像呢绿色的葡萄酒一样，写出了江面的一个水中的映照的一个情形。好，用酒色来形容呢这个水色，当然是葡萄生碧。我们葡萄美酒夜光杯嘛，葡萄酒，就像那个酒啊，来形容啊这个水色。但这个水怎么来的？他说：“游自带明而雪浪，锦江春。”多想想，假如生命的出处，它从哪里来？它从四川来，其中的长江的这个上游的地方。那这里面这个水啊，不是孤立在这里面，它还带着什么呢？明而雪浪，明是。临是临江的，峨是峨眉山，是临山跟峨眉山的那个水了。临江的峨眉山的那个水，然后呢融化之后呢就融汇入在那个长江来了。那锦江也是啊，临江的一个支流，儒家山这样过来，都还依旧带着呢锦江它加上来的春色，春天的一个气息。就是水啊，从那边流过来，一直跟我们的饱满相扣，都会从里面呢就谈起了。所以啊，如历史一样，不是说每个人都孤立在外的，历史的长流跟人生的那个去处都有它的关联性。那君是南山一爱神，因为朱寿君呢、之前是担任陕州，对不对？陕西那边，那边有个终南山，那南山指的就是终南山。他在那边在陕州当了太守，所以呢，李山那边的遗爱，什么遗爱啊？因为你啊，对老百姓很好，你走过来，人家都挂念着你的，礼爱礼节，这里指的是尊敬，那是豪宅的光，对不对？李是这样的人来了这边，那鄂州也庆幸呢，得到你这样的一个做事很好，老百姓感念的这位太守。那我呢，当然很心酸的，我为见外思。见外就是啊，在剑门山之外是四川的一个别称。我觉得那边的思念故乡的一个人，为什么思念故乡？我现在真的，当然讲起来就不好意思，我觉得被贬值在那边，只能朝思暮想，思念故乡。因为长江就北望，希望长江的一个思念故乡的人啊，但没想到混到谁，没想到最后都在这边能够见相见。那你继续做你的好官，我呢只能不断的在那边思念故乡。不过呢，我们有自己的共同点，怎么把呢？我们有眼前的景来说吧。他说：“对此间风物岂无情，殷勤所。”那面对啊，这里的风光，能不动情吗？因为这里有好多故事，可以给我们扣合在一起。那我总要很认真、情意深长的
跟你细说的地方。为什么讲究我们的个人冒险？除了我们水是向缅甸，从那边沿着汉江流来汉水水，而我是从那长江流到这一边，的确有它的共同。更重要的是，历史的脉络上也有互通之处。我们从眼前的景色可以来深化出这个意义来。怎么说呢？好，他就说了，那江表转的军收谷，黄祖师正看戏。就选择的朋友了，不要读了《三国志》啊，因为啊，一本史书叫《江表传》。《江表传》这本书现在已失传了，现在，但是在《三国志》著文里面常常引用它。它是一本呢记录三国时候吴国的事迹，但是书不传的，你可以从啊这个注解知道有这本书。那那本书里面呢，也许通过那个时候读过吧，它后来也失传了。里面有记录一个人物啊，一个故事，一个黄祖师。黄祖师指的是祢衡。那后面的就联系，祢衡呢是重于汉室，汉代来说是一个很忠的人，但是呢，他这个人呢很狂妄自傲，不守了折辱，曾经呢在当面的大骂过曹操。跟曹操很不堪，但曹操呢就是当时想了那什么美名，笼络天下重视，就不忍不敢的当众把他杀掉。所以呢，曹操呢就动了念了，就呢不愿意担了杀人之名了，故意把他呢就遣送给了荆州刺史刘表。刘表的个性呢就比较不那么忍让的。如果啊祢衡依然不躲，在收辱啊刘表呢，他一点都没杀掉。但刘表呢就知道曹操的用心，他也不要，就转介呢就把他推荐给啊，把他的交给了那个。皇祖，皇祖的脾气大了，他不知道前面那个为什么不要脸，要跟着那边来。结果呢，因为失明就把祢衡杀掉，留了天上的猫。现在这皇祖是这样的辞藻，可是人也不是，他是有他的忠心的地方的。但东坡的时候很感叹，他说：“当然有所指嘛，对不对？你看东坡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一派是蓝天啊。”上一个文字狱，还有自己的身败名裂，所以呢，哎，不要读这故事，读到这人蛮感伤的。人怎么这样呢？你有自己的作为，但是你想到天上永不杀你，这人的门呢不问是非，就是把你除掉的很快。所以呢，不要这个故事，读了一读到令人感伤。在那年呢，很可惜，非常珍惜这样的一段生命留下。不过呢，话又说，人可以这样被植入、被杀掉。但有些精神是不醉的，为什么？你看，他说空中对鹦鹉回话笑死了。当时皇祖杀了那个祢衡之后呢，把他的葬在汉阳西南的沙洲上。有山记者他们眼睛都看到一个景，在、就是、汉阳的那个地方，那个沙洲上，人认为呢，祢衡曾经撞了一个鹦鹉腹，他有篇赋叫《鹦鹉赋》。那很有名声，所以后人呢就称这个沙洲叫做鹦鹉洲。你看，我们今天已经看这个鹦鹉洲这个名，人虽死，可他的名声呢会逐渐下来。为什么？他有文章啊，他写的鹦鹉，而且他的顶天立地啊，他的个性实际上不会因着人给杀掉而从此消失。你看现在呢，为化萧瑟。那在秋天的宿舍里面，还依旧让人想起了。这样的一个鹦鹉洲，就会想起这个故事，也想起了文章不朽的鹦鹉，所以有这样引证过来。所以你说了，你看“独少书生真底是”，真底的真何是？所以所谓何来？为什么真？为一个事情争端呢？对不对？那何是真底是的真何是？那一说呢，书生何苦啊？又疑啊？这些啊？像曹操啊、曹皇一样呢，去争忠臣，以招来一种灾难。当然，东坡有点自己的父子的自道，就是独少书生真底是。我们书生不成熟，为什么事端又跟那些啊，或者去忠臣，最后呢败了自己杀身？但是说来是这样的。真的是中国真的史上，他不是的，真的有些时候呢不吐不快，不说是不行，所以还是有真，但是最后也许真的害了自己。但是问题是，那些人又如何呢？
古今大人在在，朝主、朝公、皇主俱飘忽。弟兄姐妹，代表是这个轻快的过去，一撇过去。人的名声就这样的，谁能够比较长久的？你看看的，纵然是这样的，残害的人，长这些人虽然雄霸一枪雄一时啊，不也归于泯灭了吗？但是一在野外的矛头指向，当然，就是他这现在正是讲那些拟定那些人，你看，你看我们这样，刚才好好在这边互相对话，我们还有文字，还有一些事，你想想那些迷人的故事，不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示吗？真挚，当然，多么真的不是在耻笑，诸生不应该真挚，道德人还是有错。也许换来是生命的陨落，但是比那些人的雄霸一时就不留什么好名声，好得多。皇主这些人都均有脸，所以说他的愿使君呐、啊，还复谪仙师，追皇鹤，追的追赶、追攀，都跟他去啊，去达到这个境界。所以希望有人是什么呢？当然也是他父子之道了，使得超然于这种啊政治的漩涡之外，都是朱熹说你不要耿耿于怀这些事情，你不要为我而抱屈，不要在这边的我们的记忆呢，在呀不朽的文章书上面呢，能够做出一番事业，然后写出出色作品来追攀前贤，来跟他去交流。为什么这有前因的？李白当年呢、啊、游览附近的黄河头，看了崔颢写的诗。黄鹤楼的首诗，哇，就觉得了，总有个隔笔之叹，觉得崔颢题诗在上，好像这些。但不久呢，他游就写那个呢，游金陵了，就登金陵了，写了《凤凰台》这些诗。所以说，当然他写这些事情还是有意啊，有跟崔颢的黄鹤楼去较劲。所以说了，多么解释李白的故事，无非的缺了美丽友人呢？就写出呢，可以追上黄鹤楼的名诗，也可以不输给李白吧。当然不是在跟争名好胜，意思是说，你证明了文学有它那个永恒的意义的。李白见证这一点，我们也应该不妨，不要再在政治里面就纷纷扰扰混迹，好好写文章吧。我们一定会留下一个这样的名声，长留不已。这是一个多么令人一股思考，为什么在黄州的时候，东坡的诗文字会特别到了新的境界？因为他已经知道了，也许人生很多东西就虚弱，政治上已经无法再重回了他的位置，也没办法举面去立什么功，但是立言也可以自己可以做得到的。所以他的文学在黄州时候有这样的一种意境，这大家他意识到这个这份意义，所以能够用心的去面对他的。虽然到黄州时期的文学会攀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因为他是有心的去追求这个东西，也不是随意的随随便便写的。那这首诗我们看得出的那个黄州的生活里面，他找到一种生命的一种定位以及出处，不放弃了文字书写的这个工作。不因为你可以说你可以完全被打倒，那乌台诗人因为你写的诗而差点要了命，人最后也可能否定这一切的。可能不是，反过来想，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带来这样的祸患而因此质疑他，甚至否定他，反而更要正视他的正面的。所以这里是我觉得从主的话，我们从这边看下来，一点一滴的都汇成了东坡的一份啊重要的生命力量。那这一点呢，就后来过了一年之后，元丰一年呢，果然就发生了。从了寒食诗。定风波到前后之年，东坡如果、啊、这一年之前他就不在的话，也许他也是个伟大的作家，但不只有我们看到那么多那么好那么出色的作品，在这年以后纷纷的出来，他是一个慢慢沉淀的一个时代。那下面呢，我们就进入了东坡啊元丰五年这个阶段，那我们就花比较长时间，因为好作品相当的多，我们先从那年的啊。早先的时候开始，他翻到123首的《水浒》里，但心情是起伏变化的。我们不能说通过从此啊、哦、喜欢这几首诗就有一种啊正面的生命肯定，从此海阔天空，不是的。随时一些事况就产生很多的一些动摇，一些跌宕。
许荣仪呢是第一首我们看到的词，那里面呢多多写一个一个梦记，你看得出的，人们故人入我梦，离我长相忆。以前的人啊，认为呢梦是可以像有互通之处的，我讲个梦魂的故事，对不对？我们可以做梦，会有魂。那以前人呢，因为我们的心有个魂守在心中，那这个魂常常会啊会流失，会散灭。令你的神不守时，这个魂为什么守不住啊？最重要可能是因为呢，背上过度，因此呢就没有理性，就是完整的魂，因此呢整个人的失魂落魄。再来可能生病了，这魂也是守不住，魂呢就飘散在外，风言风语的，六神无主，可能呢喝醉酒，你的魂也守不住了，人可以疯疯癫癫。再来就是做梦。在梦中你的魂到处飘荡，魂也有知觉，把它感觉的东西传到你的心脏里面，成为你的梦境。为什么能够梦到故人呢？主要是因为欲有所思，你常常思念他，这个魂就有个方向，你梦中跟他相会。但关键也是大家要对方也释放他的魂出来，因此你在梦中梦到故人，你应该很高兴，一个就是你的情分导你的魂，你的魂呢跟他相遇。另外呢，对方也忘记，对方也耐口把这魂释放出来教训你。那个频率一相应之后呢，你的就能梦到他。所以人不管生魂死魂，如果都梦不到故人的时候，你心里面就很惆怅啊。比如白居易写《长歌》写的那样，对不对？上寻碧落下黄鹂，找不到手。但能够梦到就是很安慰，一直都是我的情分。好，再来就是对方没忘记。好，东坡在这里一个寻找这个呢心灵的慰藉，居然从梦到的故。但那个梦呢是那么样的甜美，他还是呢有疑虑的。我们来看这首词是。而吕秋大夫啊，效忠公显，长守黄州。作栖霞楼为郡中绝胜，元丰五年于谪居黄正月十七日梦扁舟渡江，中流回望，楼中歌乐杂作，舟中人言，公显方会客也，绝而异之，乃作此曲，盖乐调笛五笛慢，公显时有之事在书者。这是一本很长的故事，但跟这个地方有关的。这位啊先生就姓吕秋，第二声，吕秋是夫姓，他的名呢叫孝忠，他的字叫公显。我跟我的整个姓名都来，他刚好夫姓刚好那六个字，吕秋先生，那吕秋，孝忠公显，他是苏州人。曾经担任过黄州知州，建立栖霞楼。东坡在梦中梦到呢，好像他在梦中回来了，在栖霞楼那边坐月，我的传众们听到，醒来了就写了名字。东坡对这个吕秋先生当然是熟悉的，他们两个的交谊也蛮深。东坡曾经说过啊，他每过苏州，不由虎丘，那虎丘是那个。苏州一个名声，如果去苏州呢，不由吕秋，不夜吕秋，不会拜见那个吕秋的话，是两大憾事。要玩就去吕秋玩，去找的人就找吕秋先生，他刚好够穷。虽然如果呢去苏州不做这两个事，在人生很多的遗憾。所以东坡曾经好几回呀、啊，都到苏州找吕秋先生。他是他的长辈，既然你退休了，在那边过安乐生活。那到苏州找吕秋呢，他在那边呢留连几天。当然，东坡已经好久没见他，现在一个人来到，应该北边到黄州来，突然梦到，当然也蛮高兴。但那个梦呢，我们看看，并不如我们所想象那么样的美好。你看，反正就东坡心里还是有一个跟故人的隔阂的感觉，你懂吗？多让为人的意识依旧存在，为什么呢？这个梦我们
看到就没有这么的重逢的喜悦在一起的感觉，还是有种那高不可攀的那种差异。你看那个梦境，他说：“小舟横截春江，卧看翠壁红楼起。云间笑语，使君高会，佳人半醉。唯祝安闲，燕歌余香，绕云饮水。令故人老大，风流未减，空回首，烟波里。”推枕马往然不见，但空江月明千里。五湖闻道扁舟归去，人兮兮子。云梦南州，武昌东岸，岂有阴寂？料多情梦里，端来见我，也称此事。中国也不能那么肯定，就你称此大概仿佛大约是这样的话，只能是这样去安慰自己。好，借此啊，前面呢就用很真切的、生动的语言，也就梦中的情境。那么讲的词本来讲的也有呢临场感，一种历历在目的真实不虚的感觉啊，通过唐代的如是很真的看到那个人，那只有才知道原来是沉默。他说那个船什么小船呢，横渡了长江，多么的墨玉船上就仰看了那个翠绿的峭壁上耸入了一只红楼，又那么的凄惨红楼，也是躺在床那个。原悬崖峭壁，欣赏到更高的地方，多么几个人，他不能共同集会啊，他不能站在梦中里面跟他的欣赏相会，而是自己呢躺在一些小舟上，遥遥相依。但是因为有声音起来了，所以他意识到了楼中歌乐杂作嘛，所以呢就写到了楼中人的笑语啊，就云间飘香，那种高不可攀的。他在天上传来的乐音一样，就传到我的船上来，就恍然让我意识到这一点。好，那个时候呢，乐器的情韵呢，如行云流水一般的，对不对？他说：“围住安弦，那围住的时候，可以把那个弦呢连接，连松调那个音阶的高低，用围着高音，就把那些什么比较高亢一点，都传到很安逸的声音。那些女孩子唱的这种歌的。”好像那行云流水一样的，怎么样传到了我船上了？我本来不知道的，后来行为了一个舟中的人呢，渔夫告诉他，才知道哦，原来呀、啊，龚显先生在那边宴会，这个后面的序文的表达出来。好，就意识到呢，看来呢，这个吕秋先生呢，年岁已经不少了，故人老大，因为他已经退休了，已经过以前宋代大概60岁左右的退休，有些会延到60。那现在他退休已经有80年，东方才40几，也跟他是其他的长辈。他其实就很老大的，但风流未减，就是要未减风流。然而呢，都他说的空回首烟波里。多谢当然有种感叹，相对于故人的那种轻松自在，沉醉在欢乐之中，而自己呢，已非昔日的心境。以前去苏州。因为当东坡还是要在地方为官，跟那关公显先生还有很多的欢声笑语啊，互相取乐。反正当时啊，公显先生在黄州也是地方的太守，过着生活的自大，跟东坡讲的是自叹不如，现在是戴罪之身来到这个地方。这个宴会他没办法参与，毕竟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阶层，对不对？在梦中还有这样的一种。他无法超越，即使在低低的水流中，但你看呢，在水江里面，你看到那个水啊，代表也可以像那个时间之流，不断的飘荡之中，有东西吸引你的，但是你却是攀不上、抓不到的感觉。这个情景曾经有过，但现在已经掉下船中，无法恢复以前的身份，共享这份宴乐，这东坡的这种感伤。好，然后在这里面呢。空回首烟波里，但呢，哎，但这几个大家梦醒的一个情形呢，突然回首呢，一切好像都是在茫然的烟波之中，其实一个清晰有迷离的感觉，转眼呢消失就了不可寻。这里面既写出了梦醒，也写出一切好像如云烟一样的散点，往事如烟啊，回头啊，已经啊不是那么真实。那上面转到现在来，他说推枕往。
或者推开一半的醒来就了，就找不到刚才的解。这样的美好的记忆的结构，梦中寻我，现实里面呢已经不堪回首。当然这也多么也让人生的愧疚。幸好呢宇宙先生已退休，不走脱籍，如果他还在朝的话，搞不好因为东风缘故啊，也会让带来很多的一些麻烦，对不对？庆幸他早退，但多么还是觉得呢愧对不明的无限的一种感叹。那现在呢看不到以前的一个情形，但呢空降月明千里呀。下面呢他当推着我们说的结束梦境的跟刚才的卧看的一个情形呢遥遥相应，都在相类似的地方。梦醒之后呢看到了江面上的月明千里呀。啊，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五千里的明月，明月只一个可以跨越千里的话，就贯通了我跟他的关系。多想就想怀疑的，为什么我会梦见他？为什么会知道我的梦一定有关联？月光的最好的一个连接点，纵然身隔千里，但月光却依旧都在天上。所以啊，有这个月光啊，仿佛啊，纵然分隔两地啊，也是人间友情的见证，就会串联彼此的关系。其实多么在这里面，这人生的虚妄，多了慧眼的条件下，他还起码还肯定一个东西，此情不渝的精神，因为东西还是不变的，起码我们呢，朝朝亮亮如明月一样，所以彼此可以互相关照着。好，多想象有人的退休时候的生活，他说他啊，闻到了五湖闻道，偏舟归去，人迹稀迟。他从当时啊，范蠡啊灭吴之后，带着西施啊，就在五湖或者闲逸生活的那个生活，来比喻啊，现在宇宙先生的生活。你看他也是个风流倜傥的人，退休了，他也许带着他的家人歌姬啊，还在那边呢、啊、游玩不已啊，带着他的西施的人在那边游玩，当然令人多么的羡慕。如当年呢、啊，他认识了张先，不是也是这样啊？对不对？他是还。他们写的这是令人相当的憧憬，但对东哥来说真的已经不可能再有的那种生活的想象。但我这一头呢，云梦南州，午餐东方岸，岂有应记。云梦南州实在是黄州这个地方，它比别的地方，它是实际上以前的古云梦泽之地，这个云梦泽就是这个地方，五州东岸那边也是黄州，那湖北啊，鄂州与黄州是隔江相对的，当然这里面就是这个地方。它不管在从古时候的名称到现在的地方来讲的话，岂有应记。我相信这地方宇宙先生不会忘记的，尤其也许他也知道我被别人的地方吧，他也担任那个地方的记者，他那个地方是有情分的，他不会忘记的。不然他为什么来我梦中？不可能的，如果他的地方没关系的话，他不可能出现我梦中。也许他没有忘记他也曾经这个地方担任官僚的生活，留下美好的名声，因此纵然退休了，他也是朝思梦萦的一个地方，他应该记得。不然不是吗？如果他经过推想了，你看料多情梦，你多情的称陪图，那多情一方面是宇宙先多情，他不会忘记了这个地方的美好，光帮忘掉这个地方的人，跟也许他也知道我的人，因此呢多情入我的梦。但也因为我的呼唤呢，如果不多情，他如何来的？是两面的。当然作者这个现实没办法。好，你这个多情的梦里，多情你包含了你的情跟我的情，互相彼此的思念，因此要汇通在一起。那端来见我，那端来的是准来、真来、特来，就是端来。哎，果然真来了，来看到我，也称之。一方面肯定的，一方面真的不是吗？也呢，仿佛依稀就是啊，多么一种感觉。当然，固然你入我梦啊，令我长伤忆，那是杜甫啊，梦里来的诗。杜甫写两首诗，先写出两造性的关系的。一个，你看从我的角度来的，故人入我，你能够来。啊，明我常就是了解我对你的思念了嘛？我的思念召唤你来我的梦中，不然我怎么梦到你？我不是有心的，不是这样子。
但是不能只靠我啊。所以第二首诗就回到李白的身上，三夜频梦之，我连续几晚都梦见你，为什么呢？情真见知你，就见到你对我的真情，那是你的部分，这是多情的一个比喻。无时间好像彼此都有情，怎么都有这样的一个梦境出现啊？你觉得我有没有？这是很重要的，起码你不会老是畏畏缩缩躲起来，我不会再梦到他了，他一定不想念我的，那就已经这么过一段道。那起码在梦中你梦到这个故人，纵然是不那么样的和谐，不能在一起，起码还相信有情情分在。作为生命的力量，这点很重要。起码肯定了彼此这个情是那么的真切，彼此在精神上有一种互相的一个沟通的可能。但是这里面也难免的，你东方我们说的，在那么久的一种啊，犹有余悸心中的一个忧惧的情节下，那东方毕竟呢、啊，还是多难为人的一个一句。都不敢多说，梦到就好了，在书信不敢再有很多的谎话。那尤其对于至亲好友受到牵连受罪，有一种深深的愧疚。那一方面也对故人的情谊啊深信不疑的，那自然形成一种呢两者交错起来一种很无奈的矛盾的一个情绪。一方面相信，一方面也很怕再有一个接触带来他们的火花。这首词在虚实之间，从梦中醒来之后的虚实呢，梦中的景象给你一种很亲近的感觉。的确，哎，故人到我梦中的，但完全没有对话，没有共同在一起握手、言谈、寒暄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亲近有种远隔的感觉，一种距离。他在上，我在下；他在想着，我在独自一个人在那边聆听着，无法参与。一种无奈，当然，而且最后就参差有余的一句，不能肯定，其实也参差是。所以你看得出了，东坡即使呢有一种呢始终不渝的精神去肯定，但也有种疑惑不安，你觉得好像是还是不是？我纵然有时可以梦到他，但他真的也好，他实事求是如此，看得出他还在里面，还是一种不那么肯定的一个状态。那这也是我们看吕梦里面的起端。好像是有故事在做进是还是故事，他必须要重新再沉淀下来，勇敢肯定他正面一面，才能够啊真正走出更好的一个意境来。我们可以说进行多么的研究吕梦里面，这一点呢、啊，我们可以啊先的多讲一点。但这个不只是跟故人呢、啊，纵然是跟古人的对话，也会看出这种犹疑般的一个情绪。那下面呢，我带大家看一首对东坡彼此透过词跟陶渊明的对话，125首《江城子》。我们讲东坡，因为有办法除了一个营地，他经营东坡，就觉得啊，真的在行为上已经真的好像陶渊明一样了，但精神上必须有比较说服自己。这种要慢慢接近陶渊明的一种意境，那这只是一个起端。中国文人在进退之间呢，陶渊明是一个值得常常拿来思考的一个对象。人如果真的做回真正的自己，但是也不有意义，里面有很多的现实的考虑。那东坡是这，所以对陶渊明来说，一方面觉得。哎，好像是我们文人是某种生命情调相通的，但有一份方面呢，觉得陶渊明的确毅然决然做他的农夫，也怡然自得，得到很高的生命境界。但比对于自己来的，还是有点不安。所以一方面读陶渊明诗啊，觉得很安稳；一方面有一种愧对渊明的感觉，好像你理解得到。这如同刚才我们说的，他跟吕秋先生一样，既亲近又远离的，跟陶渊明。毕竟呢，东坡跟陶渊明还是有个差别的。陶渊明是求人得人，他是绝对不做的，真的去一样一无反顾的做他的事。纵然是过得寂寞，也拖累了家人，但是就是自己做出生命的抉择，不是被别人的迫使而做来的。而东坡不是，他是非不得已。东坡从没得到过什么，
这得放弃这个宫里待的地方，但是还是心不甘情不愿。所以你说这个时候真的能够体会陶渊明的，其实并不是，其实也称之是。多么也有点自我安慰，我真的做得到，但真的不是吗？如果有一天你放出来，你是有你看那功名的，东坡还没办法拿捏，没办法说。所以东坡来说呢，他对陶渊明的认知也是经过几个阶段，这个时候是奇怪，从贬谪开始，非不得已当吏部，所以呢去跟陶渊明为友，试图效法他，但是见山是山，见地是地。等一天呢，东坡被放出来，回到朝廷去了，那时候陶渊明的疏远，因为他就努力成功，做好他的工作，陶渊明就不能了，老是挂在嘴边，对不对？那时候的见山不是山。等到最晚年的被贬到海南岛时呢，东坡把陶渊明的一百多首诗统统唱和一遍呢，他才了然到真正的陶渊明的精神。那个时候见山又是山，就是跟陶渊明有几个回应是对应的，这个是第一个阶段。所以我看出来为什么对不那么像相应呢？东坡不是用陶渊明的诗歌体来写作的，没办法放松，他还是有一首词来表达，只是抒情的，是纠缠的。所以东坡不自知，这文天祖已经决定了他跟陶渊明还是有一个距离。等到晚年的时候，他通通用陶渊明的诗体来写作不一样的，回到他的本质，就是跟他是相应。那我们说了，这个是一个奇观，但词人说的可是如此的。而陶渊明呢，以正月五日游峡川，临流半坐啊，故张南浮，爱真诚之独秀，乃作峡川诗，至今使人想见其处。人逢任氏之春啊，于躬耕于东坡，逐雪堂居之南翼四望亭之后秋。西控北山之围泉，泰然而叹，此地峡川之游也。来此作长短句，以江城之歌。东坡只是找出个谎话来试试去，我只是陶渊明的，但你绝对可能坚强。他就想到了，哎，陶渊明当年呢，在隐居在庐山山下的时候呢，哎，正月的时候，五月就游附近的一个叫峡川。这峡川在陶渊明家乡的江西九江附近，那时候很多朋友一起去啊，临流半坐，半就是列班的坐，就是呢，大家依次而坐，半坐一群人很有次序的坐下来的。所以他写了一首诗叫《峡川诗》，那里面呢就写到了，他你会看到了前面的南湖，南湖就是连前面的南山，又南见南山的南山，就是庐山的，啊。而爱真诚之独秀，真诚叫做层层，有人说是昆仑山的最高层。那这里指的就是它附近一个叫张山，不同的一个山，里面有个山很高，有山有水，大家看。所以写的峡川诗，写到他的已经看到的景象，写到春天来了，把它那种艳月的美好。所以呢，对东坡的悠然神往，觉得好像很难得看那个景。没想到呢，他说了，在这一年的春天。壬戌之春呢，就是元丰五年，中国47岁这一年的那个春天开始。他说了，我的躬耕于东坡，刚刚已经谈过了，他的东坡的耕地已经开始了，有动工了，有耕种了。哎，就有个雪堂的附近，这个雪堂那地方呢，南边呢就靠近呢，一就是千里连接着呢四望亭的后丘，里面有山丘了，而西控北山的围泉，要有山有水呢。而慨然而叹，嗯，这个不是峡川的景色吗？他觉得仿佛就跟陶渊明游峡川一样。那峡川，有陶渊明游峡川时啊，自由的跟朋友一群连群结队去游稿写诗，那么哪有？他是一个人在那边过生活，所以勉强的，哎，我有山有水，就跟陶渊明一样的，因此写了这首诗。我们可以配合前面的那首《多情梦里断崖见我也称此诗》这首。仿佛陶渊明呢，从古代来呼唤他的灵魂，直接跟他相应的，在世上也只是参差诗。怎么说了？刚刚这么说了，他说梦中寥寥最中心的，只渊明是前身，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乌鹊喜报新情。雪堂西畔暗泉明，北山青。小溪痕，南望亭秋，孤秀耸真诚，都是峡川当日极静，无劳已寄于林。你
的嗯不得了啊，甘心当个农夫，把我的余生就寄托在这个地方。这些男子蛮舒畅优雅的，如同他有少华的气质，但我们讲的文体里面毕竟是绝词，也配了人工化的音乐和演奏的一种词，多不舍越人工化与远离了陶渊明的朴素的一个意境是有点距离的，不那么样的一个配合。啊，那么就写到这一点，那就这词啊，当然重要的只有写景抒怀嘛，这平淡寓居就写出东坡的一种心情的一个寄托。那关键是什么？他说啊，梦中寥寥最终醒。我们说小时寥寥，就是很明白、很清楚、很聪明的就寥寥。他说了，陶渊明跟我一样，我在梦中呢，人人都是醉梦居中过生，都是浑浑噩噩。我们就是人生的醉梦就是清醒的。而最终醒，人人都喝醉酒，但是呢，众人皆醉我独醒。我们都是有一种呢，一种不一样的一种生命的一种思想，跟别人不同。但是我跟着他的直接因为呢，大家都看不出啊生命的一个底蕴。人人都在追梦之中，只有我们就追星。为什么？我们去了生命的抉择，抛开空谷啊，选择自己生命的最好。所以他认为呢，只渊明是前生，就想到渊明就是我的前生。他死透透，我就会怕跟他走近。因为我们都有前提，就是我们能够在梦中聊聊最好。怎么知道这一点呢？你看，我们最后的殊途同归，我们都出来做官，就是到了最后呢，回到田里，这过程都不是一样吗？我们找出很多东西的是不是就是见证这样？但是有点呢，在太牵强。他说：“你看，走遍人间，依旧却有功。你看，我们人间走的大遍了，最后呢，没想到最后呢，回到田里去耕种当农夫，那不是都一样吗？都要有行为上的。”在精神上都找出跟陶渊明的关联，来说服自己，我就是这样。那这是他一种方式。你看，昨夜东坡春雨足，西屋却喜报新晴。你看，他自己东坡的耕地了，已经呢上场雨了，也够了。他觉得，屋却已喜叫起来，当然会报一个喜讯了。应该是不久就会放晴，有水了，太阳了，以后那个播种就有收获。其实东坡没想到，春雨足就往后呢，写完词这种词就不足了，一下下雨就呢，连下将近两个月，根本没有晴天。那这个是他万万没想到，这个是一开篇呢，老天的雨就惩罚你了。你以为真的是吗？就给你看看，否定你一千万，让你沉浸在那，你如何去面对？那时候呢，只有东坡不会再出这条路，不是这样的变化。好。而且他找了雪潭溪畔暗泉里面，他谈到雪潭那边，那边有个泉水啊，流动着，暗暗流动。而北山这当然跟序文一样的，他里面有看到了前面的北山是围泉嘛，有北山溪小溪和有小溪，有山有水在那边呢，很结伴着。而且在看到南边呢，有个亭秋，好像当年的陶渊明下山时的诗写出的那个真诚一样的孤秀。宋真诚，一枝独秀就呢呈现出来，跟当年都不一样，那景都一样了，所以说呢都是霞川当日景，全都是他自己说的。你看从种种迹象来讲，跟陶渊明的都一样。你看他当年是写《长恨歌》，我现在写这样的一种词，不是那种啊他后世的转世所有的一个表现吗？如果这样的话，我应该跟陶渊明一样的，我就可以无老矣，我都老了，如何办呢？终老在此啊，寄予你，我就把我剩下的岁月就寄托在这样的生活。当年的就说对自己做一种宣言，我已经好几次会东坡居士，我要过的就是回归这样的生活，不要再想了功名之事。既然我是陶渊明的后世的，应该就干。但我们说了，至少在表面上看到东坡了，还是有这样的一种想法的。但事实上，跟前面的是一样，梦中的既清净又悦，跟陶渊明同样也是只是参差不是而已，不是真的能够。他有需经过一番的一个历练，才能够最后体会。这是东坡，我们看得出，这些都是很好的，起码他能够效仿古人，也
在里面呢，跟主去对话，去在试图去找回他自己的一个真正的自我。也许里面很坎坷啊，会有没有，但也是一个尝试。那这个之后呢，进入东坡王政治的一个辉煌的年代，从上礼拜的重建开始，一场雨过后，我们就先谈到地，接下来我们从政治开始进入他最美好的一个创作。当然，在心情上是起伏非常大。我们第一层次呢，就是看这个心情，宝山林。